现在继续开会，介绍在场委员：郑宝清委员、赵正宇委员、列席人员：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鸿谋、严九荣副主委、高福尧副主委、苏明通主秘、企划处陈尤佳处长。技术室徐景文处长，工程管理处何义新处长，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黄淑娇执行秘书，工程技术鉴定委员会连正贤执行秘书，中央采购稽核小组萧嘉欣执行秘书，秘书处代理处长张文富，法规委员会张明珠执行秘书。人事室代理主任蔡富雄，主计室林嘉欣主任。好，以上。好，现场周春明委员啊。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吴主任委员报告业务概况。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黄某今天有机会列席贵委员会向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报告工程会的业务，并聆听指教，深感荣幸。本会为统筹公共工程之规划、审议、协调及督导事项，并且为政府采购法、技师法以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之主管机关，105年列管198项1亿元以上的公共建设计划，全年度我们可自用预算是3288亿元，累计的执行数3114亿元，预算达成率是94.69%。对于促进国内的产业发展、活络经济，提供具体的成效。106年为关键之建设年，1亿元以上之公共建设计划项目可支用的预算，比去年度高出9.1%。未来政府推动前瞻基础建设，包括轨道运输、包括水环境、绿能、数位建设等，这个规模会明显的成长。本会将配合推动相关的建设，协助我们各部会进行我们未来的国家整体建设计划。以下仅就施政重点向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先进报告，请大家指教。我们在近期的工作重点，首先是要营造公平合理公共参与之建设环境。有关业者反映资讯服务采购机关锁定底价过低，现行不良厂商拒绝往来制度不符比例原则及技术服务采购计费方式及费率之建立等，本会已修正，并且凝聚相关政府采购法令回应我们各界的意见。另外，为鼓励机关灵活善用采购策略，本会提出5大配套措施，并发布2个作为要点，以利我们重大工程建设能够优先采用最有利标、评选优质、有能力履约的厂商。在105年度巨额工程采最有利标绝标的件数比例，较前3年已经有提升。在有关在建工程因应劳动基准法修正后之一例一修处理原则，本会已经召开数次的会议，邀请包括各界共同研商，并且就在建工程因应劳基法修正之后的处理原则草案已经都完成，最近我们就可以尽速来核定，提供给各机关来做依循。为避免我们厂商剥削劳工的薪资，本会劳动派遣采购企业范本已经定有针对劳工的薪资、加班费、
差旅费权利等条款，以保障我们劳工薪资权利，还有针对我们劳务采购案劳工的薪资相关做必要的配套措施。有关善用政府采购机制鼓励加惠创新产品，本会在政府采购网这边也设立了我们青年的创业专区，以增加青年新创团队产品的能见度。另外，就我们采购争议的部分，我们持续加速处理申诉调解案件，并办理相关教育训练，希望能够协助各机关正确适用法令，提升行政效能，减少争议。此外，就提供法院检调相关公共技术鉴定与咨询，这个我们也尽量来协助，以提升我们公共案件之审判水准。另外，在第二大项就是政府采购电子化这一部分，我们持续推动电子领标以及共同供应契约网络订购，并推动公开取得电子报价单等创新便民服务，以利厂商参与政府采购。那第三是关于办理政府公共工程计划与经费审议，我们在105年度本会共完成74件的基本设计审议案件，送审的工程经费高达709亿元，建立核列经费是695亿元，并会同国发会、主计总处等机关精进审议作业程序。在我们办理各县市的公共设施灾后复建工程经费审议，105年度共审定6项公共设施复建专案之复建经费，包括2206地震、6月的豪雨、7月的尼伯特等连续几个台风，共计核列了2787件，经费达53.5亿元。在我们技师跟公共技术顾问公司的管理，在105年度完成技师换照382件，新申请登记营业的技术顾问公司是49家。另外，为提升本会资讯系统，强化治安管理，将建置第二代的技师与工程技术顾问管理资讯系统。另外，我们配合西南向政策，协助公共产业能够拓展到海外的市场，这个我们也有策略性的补助业者海外扩点计划。那105年度共设立了9个海外据点，得标是22件的海外工程建设标案。另外，针对我们海外工程标案所需技能，办理工程产业全球化教育训练课程，我们配合行政院核定的西南向政策工作计划，召开工程产业全球化推动平台会议，整合各界的资源。在提升公共工程的技术水准，工程会透过建筑施工纲要规范、工项编码、价格资料库以及电脑经费估价系统等积极作为，让我们工程产业界在规划设计有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具，使技术资料库成为工程效率品质向上提升的重要利器。为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质，本会也建立了公共工程导入建质资讯建模并的这个技术推动平台，择定40000案件并完成作业手册，推动公共工程运用MIN的这个技术。为协助我们相关部位，包括教育部，加速全国各国中小校舍的耐震能力以及设施设备的改善计划，本会与教育部成立了专案小组，透过简并基本设计审议流程，加速计划的执行。在建构公共工程创新产品平台，我们为鼓励公共工程运用创新产品，本会也建置了公共工程创新产品交流平台网页，到105年底已经有32家的厂商注册账号，9项产品提出18项的交流案件，创造机关跟厂商之间友善的双向交流环境。在加速推动公共建设计划提升经济发展这一部分，在105年度我们列管的198项重大建设计划，我们执行率是94.69%，将持续在今年在督导汇报列管追踪各相关计划的执行。另外，为掌握各类型重大公共建设进度，并适时协处相关困难问题，近期已经
分别访视交通、能源、水资源等重大建设计划，协助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执行绩效。在去年的台东尼伯特台风之后，红叶村以及爱国埔部落的灾后复原迁建计划，这个也顺利在进行中。我们期待在三立体事业处就可以完成动工之准备。此外，就改善我们公共工程不当延迟付款，我们建立了通报系统，主动或者被动，我们来受理厂商的通报。所以每月透过资讯系统，在主动筛选付款异常案件，我们有相当好的绩效。另外，也接受了厂商这个随时跟我们做一些通报。那在健全公共工程品质管理制度这一部分，本会已经精进施工查核制度相关的措施，同时要求全国各施工查核小组加强材料抽验，并针对异常状况之厂商等不同的课题，办理工程施工品质查核。105年度12月底为止全国公共工程施工查核的材料抽验比例是47.3%，不合格率是1%，这个较104年度的不合格率1.4%，是有减少的趋势，有效来遏止这个厂商偷工减料。那在工程会这边提供了多元多样的公共工程品质管理教育训练，包括针对地方机关以及中央非工程专责机关基层承办工程人员的相关教育训练，增进其相关的专业知识及管理的能力。那么为降低我们国内时常发生的这个公安意外，我们已经邀请劳动部以及相关的单位，就强化工程的安全卫生管理机制，以及跟劳动部相关单位研议具体的改善措施，以确保我们工地的劳工安全。另外，我们为了要提升公共工程的施工品质，本会也建置了全民督工通报系统。我们建置了全民督工智慧型手机 APP 通报程序，提供民众通报以及查询在地的公共工程服务。此外，我们在列管全国的闲置公共设施活化情形及协助活化措施这一部分，我们扩大列管范围，在增加列管地方自筹经费新建以及民众通报的闲置案件，累计闲置的列管的公共设施是421件。那么为督促地方政府确实提升公共设施使用情形，降低闲置设施的可能，我们本会也建置了指标考核闲置公共设施活化的机制。那另外，我们为了要提升我们活化的成效，现在已经跟我们主计总处相关单位研拟由中央补助一部分的活化经费审议执行及考核要点，这个将在近期内报行政院核定后执行。那在我们整个推动公共工程的施工厂商履约计分制度这一部分，是我们目前我们连结未来在选择有能力履约的厂商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全国的厂商都能够主动重视履约过程，争取良好的商议。因此在推动这个履约计分的制度我们针对几个指标项目，我们都做了一些的辅导。在105年度我们涵盖率已经达到全国厂商64.7%，近万家的厂商已经都有相对的一些记录，好的不好的都有。这个将来作为我们各政府采购选商非常重要的参考。那在最后结语，就是我们公共工程的推动跟民众的生活环境还有生产繁荣、生态永续息息相关，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提升公共工程的效率与品质，建立创新的制度，营造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是一直工程会努力的目标。未来工程会将积极做好工程产业界以及政府相关部会的桥梁，秉持专业服务导向的态度，结合各界的力量，
共同推动公共建设，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活络经济，为我们国家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贡献。以上的报告，敬请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先进多多指教，谢谢。啊，谢谢吴鸿谋主委的报告。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一、询答时间，本会委员6+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4+1分钟；二、暂定10:30休息10分钟；三、委员发言登记以10:00截止；四、各委员如有提案，请于10:00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五、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郑宝清委员发言。请吴主委。郑委员好。诸位辛苦哦。你这个报告里提到延迟付款了哈。我以前在台演的时候啊，我这次选举的时候才知道，有位厂商特别来谢谢我，遇到我跟我说谢谢，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啊跟台演他是交瓦令纸给台演的，他说以前交瓦令纸给台演的时候，最快大概4个月才领到那个货款。他说他我上台之后，他1个礼拜就领到货款，他吓一大跳。他就说：“哎，怎么这个账户里面突然多了一大笔钱？”他说特别谢谢我。他说我离开之后，他还是延续这种精神，就付款很快。他很慢的人就是，我就跟这些台湾的员工讲说：“你不给人家钱，是不是你想要刁难人家，还是想要拿回扣？那下次只要延迟付款，通通移送，就速度就很快。所以我想啊，这个主委可能这方面对全国的公务员都应该下这种指示哦，因为国库不是没有钱嘛，该给人家钱就该给人家哦。好，我现在几件事情想要请教主委一下哦。我们知道这个一例一休啊，你刚刚特别提到冲击的工程的进度哦。那么这个12月修正通过以后哦，那已经签内的工程过来，是否会影响到里约的能力？是不是会影响到？哎，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在12月20号，我们劳基法这个新法上路之后，事实上我们在第5天开始就跟我们相关各界进行讨论。那这个一例一休对营建工程产业的影响，最主要是针对以前在采购契约是日历天的部分，是所以这个日历天的部分，我们现在针对工期，我们做了一些严谨的讨论，那我们也做出了决定哦，就是未来我们平均每个月我们会再给他2天的工期。好，是。那我请教一下哈，你要给他延长工期嘛哈，是不是？那这个会不会有没有其他要不要修法？你认为要不要修法？这个我们不用，这个因为他现在有2个部分，一个是工期，一个是成本。那工期的部分，我们给他做比较统一的规定。那成本因为个案，他同中存异，所以我们希望采购机关跟厂商之间，他们要核实计算啊，因为每个采购契约其实它里面有非常不一样的太阳。那他们会不会造成厂商啊，全部拿一例一休来作为延长工时的一个最大借口？不会，这个因为我们在整个讨论过程当中，相关的我们的同业产业工会这边都有邀请他们来讨论，是。好，来，好，这个往下。来，我们看到现在啊，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就是金门大桥啊，全世界都要看，这个距离啊只有4.8公里，那么宽只有15公里，十五米啦哦，那么一直流标，那么今年啊11月28号。那么这次重新第3次招标，那我请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如期完工？谢谢郑委员关心金门大桥，这个我在上上个礼拜才去金门对，我看你特别坐船去嘛。是。这个我认为现在的厂商他的施工履约能力是不错的，但是台湾针对这个海事工程比较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现在对于采购必要的机具还有技术人员这一部分都要做培训。那我们同时在检视他的整个施工的纲要计划，我们也要求他们最好是要提前完工。他们这个厂商哈，那当然也同意说能够。会，我想不要提前了哈。是。唔免想我做吼，要点维修啦，求平安就好啊。不会。他如果可以如期完成，我就足欢喜啊吼。哎，所以你认为他会如期完成吗？注意要讲，别再个公共个跳票呢。这个我们全力来辅导协助他们。好了，我看一下那个金门他们的。你这个历年的招标状况啊，吼，最后就有你看一个足清楚的例啦，吼，什么例子？就你看，我们的预算是，当然预算是追加过的啦，吼，71.51亿啊，追加过一次。那么第一次得标65.6亿，第三次得标66.78亿，吼。但是哦，注意啊，你要看，因为你们希望这个，当然你就可以两个标，一个是最低标，一个是最有利标，就造成什么结果？嘉应完成40几趴，对不？已经完成40几趴哦，结果你看我们的价格变59.95亿哦，照说应该剩下不到44亿，还知道？所以注意啊，所以咱讲你那个最有利标这种价格的飞涨啊，你看这里有灾啊，那就是71.5亿，扣掉42%，就剩下20减掉28亿，照说它价格应该就50几亿。照说啊，应该就剩下44亿，结果你看用59.5亿去得标，所以注意，所以你现在应该很清楚的告诉啊，很要定一个规则，就是不要因为才有利标就造成价格飞涨，浪费国家公帑。那以前的外国的采购是前台湾，我是第一个提案的啦，我在立案是第一个提案的，后来行政院跟进，跟我的案去用我的案去修一个行政院版的，这个前台湾我是第一个提的啦。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利标只用供货的话，那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所以才价格标。那价格标大家都做价格标，现在回过头来你又改成有利标，有利标是不是相对的配套措施？比如说我先给你先用有利标，有利标再做价格标，10家来我就筛3家，3家再进行价格标，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配套措施？有没有？有，我跟那个政委员报告哈，这个推动有利标，它是有非常多的配套做法哈。当然，最主要是它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另外要透明，一定要透明啊。所以我们希望委员的透明，那我们希望他在采购之前就要有公开审议的制度。好，另外这个所谓的这个评审委员要怎么选择，这个我们都有通函给我们各采购机关参考。不是啊，注意是。这不是讲你简单定一个方法，讲公开透明，伊就未违法啦吼。我讲上个严重，你要去定一个有效的遏制，是这些人啊违法乱纪，然后造成以前哦，我讲以前就是有最低标嘛，所以大家拢低价抢标，抢标因为跟政府讲好了做什么，我再跟你变更设计或者给钱，然后他两次才可以拿到钱。现在不是呢，最有利标的一摆给你扣顿起来呢。如果说我们的工人不愿意遵守法律的话，贪污舞弊的话，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呢？对，这个跟郑委员说明哈，有利标它还是要一个政府核定的一个底价预算。好，这个时候我政府要办理这个采购，譬如讲说我10亿，你安的，你在下，你这东西用书面说话，书面做话，我都跟你讲好啊，所以我用偌济钱都我定好啊，定关关给你啊。哇，这你讲价格标当然是降到最低，你讲有利标的变啊。这个各采购机关他在公告这个所谓的他的预估预算，这个是要被检验的。这个我们将来会针对这一项会严格查核。我想哦，注意你把这吼做些书面报告完了哈，好不好？好。李兄，你要怎样去遏制有利标，不要造成这个成本的上涨，国家公帑的浪费，好不好？好，好不好？你该做些书面的完了。好，多谢，谢谢郑委员。谢谢郑委员发言。接着请赵正宇委员发言。赵委请主委哈。请吴主委。赵委员长。主委长哈。
我先问你一下哈，那个下一页哈。啊，我这边有一个哈，先标到再说哈，要改再改。我想这个最低标哈，你为什么现在变成最有利标？就最低标的缺失就是这个样子，先标了再说了哈。我看地方，我从地方出来啊，看到地方很多的公共工程啊，都是先标了再说。为什么？我六折、七折、6.8，你也清楚嘛哈？标到在干嘛？变更设计嘛，在追加嘛，是不是？哎、欸，造成这个问题耶、欸。好、哦，那你看我们这个比例啊，你看到100万以上的，我们104年有22000件哈、哦，你看有3000多件哦，都是因为业主的需要。这业主是谁？将近快15%啊，他变更设计。业主是谁？机关嘛。那请问一下主委，那我能变更设计？是什么原因才能变更设计？不可抗拒的，对不对？是不是？或者你做了一半，有碰到什么临时，有碰到什么问题？那你当初在设计标的时候，设计标也是最低标，都是那些人标到的，哦，哎，这些问题就产生出来了、啊。政府既然要省钱，用最低标，哈、哦，那造成的公共品质不好，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就刚才跟你讲了、啊，我先标了再说嘛，我要改我自己改啊，我是当首长，我当。主管机关，我自己在改，哎，都是你们机关开始在带头这个样子。你私人企业会不会这样子？一般不会。我多少钱标了，我多少钱你就给我做，是不是？你不管是你是一例一休人工账的，还是材料账的，你就是要负责。你给我合约打了，你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们机关呢、啊，第一个就要审查机关，这个很重要。下一页哈，那最低标有什么缺失有利的哈？这边都会写得很清楚嘛哈。那最有利优点呢？就是最低标作业简单嘛，节省工厂嘛，节省工厂最好的哈。那最有利标就是什么？可以叫优质的厂商哈。但是我们不要看优点，我们看缺点，好，好不好？诸位，缺点啊，最低标的低价哈，影响品质，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无法选择优质的厂商嘛哈。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最有利标的话，就作业复杂，较容易引起争议。那第三个就是。有弊案发生的可能，好，最重要就是弊案发生的可能。诸位，那现在最有利标，这些刚才其他委员问啊，你有一个委员会嘛，对不对？一个评选委员嘛，这些委员哪里来的？谁定的？机关定的嘛。这些名册是谁定的？那有没有送到你们审核？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人？诸位，你说，请答复。是，谢谢赵委员哈。这个在有利标评选是非常重要，要公正客观，所以这个委员我们就是要求他要透明公开，接受各界公平。对嘛？我说那些委员是哪里来的？委员这个有没有送到你公共委员会来审核？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个资料库，另外他们自己可以自己挑选。那我们鼓励他内部适任的委员优先，因为他在外聘的委员他是不得少于1/3。那以往，好了，你也当过副市长了，对。那内部的那些都是主管嘛，对不对？是，对不对？那些主管是谁挑的？是不是？那时候自己人啊，你不听话，把你换掉嘛，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原因？会哦。我觉得外部要多一点，内部要少一点。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个他们各采购机关可以斟酌了，可以斟酌。如果说你内部哈没有你们那个适任的专业评审，那你就要外聘。外聘要增多，要占比例要多。那你就是各自己人在玩自己的东西嘛，你听得吗？哦，都是我们这些局处所长，都是我这些人，啊，我要勾谁？你当过主管机关，你在行政单位当过，我也当过啊，我也勾过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也盖过这些章啊，我怎么不了解？我还20年前就办过这些事情呢，啊，那另外一个施工那个厂商，你们现在弄一个履约情形计分制度嘛，对不对？是。这个在我那个年代啊，20年前这个叫做什么？10几年前这个叫殷实厂商，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叫殷实厂商，对不对？你应该很清楚嘛，哈。这殷实厂商怎么来的？一样嘛，机关认定的嘛。我说他殷实厂商就是殷实厂商，这个册里面就是这些人。那我要给谁做？哦，那个年代250万以内不用招标，3家比价，后来变200万，对不对？那现在公共工程委员会变成10万块以内有没有，就不用招标，10万块以上要，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原本设计这个就是防止弊端，然后
可以节省公帑，最低标，对不对？但是现在用一个哦，我们的什么公共工程的做的不好啊，品质不好，我们现在要用，我们要用评选的，对不对？是最有利标，那没关系，改到最有利标。我刚才一直讲了，你自己本身的，像自己本身的人啊，这些委员啊，不管是外聘还是内部指派的，就是相关了解的人，一定要公平、公正、公开，哦，一定要专业。是，哦，你不能说你今天弄个公共工程，你找一个那个环保局局长来，是不是有没有道理？好，找主计主任来，是不是？这就不对了嘛，因为他没有专业嘛，哈。那所以另外一个南向政策哈，我们又花了那么多钱，76亿哈。那现在南向政策我们跟着政府来推动，那我们做了很多工程，到底现在有没有问题啊？那些国家东南亚国家，朝令夕改啊，是不是？尤其越南，我们投资，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啊，到越南去投资，投资一半，他说不准，对不对？你停工，我不愿意跟你做。可是我们之前都已经投入这么多钱，我想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是啊，也是投入一部分的钱，很多钱啊，76亿，今天会不会这些有没有问题啊？这76亿回不来，没赚到钱之外，还了了76亿，会不会？有没有这个状况？主委，请答复。好，谢谢我们赵委员哈。这个在南向这一部分，我们大概最主要是人流、资讯流跟金流。当然，这个会有一些风险。当然会有风险啊。有一些国家其实它在整个采购环境并不是很好的，我们并提醒我们很多的厂商要留意哈。但是这个里面我们都协同我们相关的这个金融啊机构，要协助啊，对不对？是不是？都有做协助。那他们也会本身也会在当地跟当地的厂商合作，或者是国际策略联盟都会。你不要南向政策赚不到钱回来啊，反而全部了光光啊，还倒贴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是，这个我们会留意。这会影响政府施政的方向。是，人家说你政府乱来，乱带头，叫人家去南下，真的，结果我是亏钱的，我是被骗的。对，好，是不是？是，这个对政府的威信打击非常大。是，公共工程委员主委，你就特别要注意到哈。那一例一休，我刚才讲过。那你现在当初不知道，一例一休，我们定的法案这么快速啊？之前定的合约有没有啊？现在一例一休会增加成本嘛？人事尤其是人事成本嘛，是不是？或是一些机具啊，或是一些那个软硬体设备会增加嘛？那我今天标到的工程有没有？当初是1亿好了，我现在可以被利用这个说一例一休的问题，就像我们车票涨价，涨了10%到100%都有，对票价，这个会不会有这种状况？主委，你要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情形，好不好？好，夏燕，那我是建议哈，那确实要督促厂商哈，在期限内完成，你不能另外哦，又要不明原因，又要追加，又要办追加，是不是？是。主委有没有问题？哈，是。夏燕，好。那现在有一个我们交通部哦，你们公共工程有一个活化成效哈，我们交通部第一名嘞，有35件没弄啊。这个第一名是倒数第一名啊，你也是属于交通部里面的一个啊单位啊，那你今天公共工程委员会这么多35件，而且文史馆那么多，我跟你讲，我不是主委，我不跟你讲，你们那么办公室花那么多钱，干脆那文史馆你就搬过去，一年可以省那么多钱，那个房租啊，是不是？你应该带头来做，交通部你本身就交通部里面的，哦，那你今天还倒数第一名，这么多。没有活化的，是，所以说，主委，你要先赶快帮我们交通部的活化的问题要先处理好，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谢谢赵委员的提醒。主委还最后我来讲，这个最有利标我没有不赞成，最有利标要大案子，金额要大，重大建设是最有利标，但是不能丢掉哪个最低标，最低标绝对不能丢掉，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这10年来，大家已经习惯用最低标了。你现在反而弄成全部都是最有利标的话，我看地方很高兴，每个人都很笑得很开心呢。最低标不能放，哈，好不好？主委，谢谢。好，这相辅相成的，好，谢谢赵委员。好，谢谢赵委员。现在有请陈欧珀委员询答。谢谢主席，请邀请吴鸿蒙主委。请吴主委。陈委员长，
哎，朱会长哈，这一阵子社会上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就是一例一休啊之后的影响。那、你听到各界的声音是什么样？各界声音，他们在这个公共工程、营建产业这一部分，他们希望在工期跟成本啊能够有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我现在在民间这样走下来，很多人来跟我投诉也好，或者我到急诊去走，劳工骂，资方骂，那政府有苦说不出，尤其是本党的委员呢，在修法的过程，我们希望对劳工好一点，但又不影响这个企业界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啊到最后忍痛来做局部的修正，就是一例一休。我们不赞成国民党的委员或者是时代力量委员所提的恶例，这个是不得已的。事实上，修这个法其实我也不大赞成。但现在很多民间的声音是说，是不是能够再修一次？主委，你的看法怎么样？对我们这个公共建设工程这一部分哈，我觉得所有的新法，它公告实施以后，当然都要一段时间给各界做调试、盘整。那我们这一部分，当然我们也积极的跟我们各界来做一些讨论了哈。那当然讨论的结果，我刚刚就报告了，就是工期跟成本。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就会公告一个处理原则，给所有全国各采购机构，就是针对工期的部分，我们给它合理的一些展延。但是在成本的部分，因为每个采购案它其实它是都不太一样的，大概需要做核实的计算。好，这一部分我们都有做明确的规范。这个当然新法刚修过了哈，大家都要适应哈。对。但是不过可能呢，这个适应的时间如果拖得越久的话，对。会演变成劳资哈，还有政府三方的三输了。对。这个我们不得不因应。我们身为负责任的执政党哦，要去了解社会的一个脉动。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也提几个事情让你了解哈。第一个哈，这个央行总裁哈彭淮南他说，这个面对争议不断的一例一休，物价齐飞乱舞哈，他直言哈，劳基法应该有适度弹性和安全性。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法是就是有一些我们要去做因应的，我刚刚听你的报告里面呢，你也提到说，在修正之后，你们工程会有积极开了好几次会议，那也提出了一些因应的作为。那我想说，请教那个主委哈，这个哈，我们希望因为你直施到我们政府的采购，跟促进我们重大公共工程的建设，这个都影响全面性的影响。那政府是不是能够防微杜渐？如果说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们是能够让业者、让劳工能够认为我们这个法是有照顾到我们的美意。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法势必要提早来检讨，重新再修正。我简单讲那个刚刚主委也提到说，这个你将来的这个处理原则草案里面有包括延长工时嘛，增加经费等处理方式，将以核定后供各机关来依循。那假如说政府机关是资方，那承包的业者，好，业者他们要找这个劳方来工作那就是一个政府跟劳方跟资方的三者关系啊，所以这个你们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政府要替，我是请那个主委你要密切去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微妙的一个变化。是。那我请问一下，工程会这个处理草案什么时候核定？我们在3月7号，我们在昨天已经给他发布了。昨天发布是吧？昨天发布了。那我希望主委密切注意一下这个什么变化，好不好？在我们政府就是我们的甲方啦，乙方就是业者嘛，那业者底下还有劳工嘛，这三者之间你去了解一下，好不 好？那作为我们是不是要做因应，甚至修法，或者是说在执行上、行政上怎么弹性的处理，或者是安全性，包括
弹性工时等等多种面向的问题。是。第二点呢，那个对民间业者反映的意见，你们参考有没有纳入参考？有有有，这个我们包括营造同业工会、相关产业工会，我们都有邀请他们来讨论。嗯，对，我要提醒那个主委哈，我们希望多对业者多一点这个这个协助啦。对，哦，不要让我们这个美意的变成说啊，将来沦为又要走上啊调解或者是仲裁。嗯嗯，哦，我因为我在交通委员会，我经常收到那种信息哦，所以之前呢也跟主委啊一上台就跟你讲说采购法修哦。那尽量我们的工程纠纷，希望在你们这边能够做处理。那严副主委也提到，大概80%几的哈，都有做这样妥善的一个调解处理，就解决这个纠纷。那尽量的话，不能调解，我们当然知道走上仲裁，但我们不希望走上变成司法判决，那个太冗长，对乙方都不利啦。是，尤其是政府，当政府是甲方的时候，更是以政府来欺负人家这个业者，真的是不对的。哦，我们过去常常看到这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哈，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采购法的部分，你赶快来修正，啊，采购法部分哈。那我要提醒那个主委哈，去年呐，总统年终讲话的有几个重点呐，其中重中之重就是要2017年要全力呢来提振经济，啊，列为我们2017年今年最重要的任务。那公共工程委员会要加速推动公共建设的计划来提升整个经济发展哦。可见你今年的业务应该会很忙啊，会很忙啊，不像说好像是我们要组织组改也马上要解散一样。我预测你们如果说前瞻性的一个扩大基层建设方案再下来的话，你们会比较忙哈，所以除了一个月呢，哦，这个每个月你们有一个公共建设督导汇报的一个对计划执行情形的一个检讨，那是不是能够采更积极的一个走动式的管理来加强管理来列管哈？那对于尤其对于工程延宕的啊这些哈，要积极的作为，要采预警式的，好，不要说都已经呈现出来工程有问题，在可能会延宕的时候，你们还是不知不觉。所以我是就说你们既然能够采主动式的管理，到重大工程列管的工程去了解一下，不要等到报表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已经落后40-50%，哦，一定要节约的。我觉得这个是太晚了哈，我觉得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可以做积极的一个处理哈。最后一点哈，我想说这个重大公共建设呢，都要早日完成了哈。刚刚郑宝清委员提到金门大桥，哦，那除了你们规定的期限，哦，当然他是郑委员是希望说能够在如期完成了，但是我看你们如果有这么信心的话，应该提前了，因为已经晚了一条4.8公里的20年还没好，反正这个真的是世界笑话哈，哦。那也要注意到那个林公安的问题，好不好？好，赶工的进度，那个安全要注意。我想啊，公共安全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业务比较单纯。但是这个是有关啊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枢纽了哈，所以我希望说在采购法的方面，或者是在啊公共工程进度或者公安方面呢，都能够啊一起来注重了，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请郑令鹏委员发言。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烦主委？请主委。先跟主席报告一下，今天因为6+2时间比较短，如果占用到一点时间，先抱歉哈，不会太长。来，主委好，辛苦了。郑委员长，来，今天先跟主委谈一首歌。25年前，1/4世纪以前，我们的歌手张宇有一首歌叫《用心良苦》，你有没有听过？应该脑袋会有旋律哈。我不唱歌了哈，但是我也不是说你的脸有几分憔悴，要讲的不是这个不是重点哦。我的重点是我们工程会业务单纯，只有3个法：技师法、固管法跟采购法。但是
你们是既简单又复杂，可是在采购法跟采购法的修正上面，跟现在大家的要求，刚才几位委员有讲到哦，跟劳基法的适用上，不要用心良苦却成空，这个要注意，这个是会马上发生的事情。那我来跟主委还有我们各位首长你们讨论一下。来，采购法的修正从民国87年开始，那历经了大概20-30年哈，它大部分的五次修正里面，17年五次修正都是在调处争议，然后跟仲裁的条件，这个没有错嘛，外面一直有声音嘛，这不乏以前很新现在很旧，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大概也有这个方向。那现在民间有两大诉求，主委你知不知道？一个就是希望说他的调解机构可以增加仲裁机构来申请，这诸位是不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了哈。这个我没有想清楚，啊，所以我没有定见。第二个部分是要修正101条，然后按照比例原则来属于停权。那比例原则是怎么样？他怎么定就再说了啦哈。这个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不容易设计这个机制哦。那政府的回应是什么？我要跟诸位你报告说，这是您用心良苦会成空的地方了哦。政府的回应就在我们今天的报告里面第二页，诸位你有看到吗？哈，他说认为你有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情形，本会经过与各界充分沟通，并邀请机关及业界双向沟通凝聚共识。我听到状况不是这样，你们是有找来沟通，但是外面其实声音我也跟主委还有主秘我们都有私下跟你们做说明过，你们写的是充分沟通，但是显然外面的业界并不满意了。好，那你们现在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号的时候，工程会有把你们的采购法的修正案送到行政院，这个主委有没错吧？你们有没有在做调整？但这个采购法修正案还没有送行政院，还没有，还没有送，还没送。那那份公文上面是什么？是院会还没有讨论吧？还没讨论，对哦，是你们有送行政院，但是院会还没有讨论，这个没有错嘛？你们还有没有再修正案送院会？没有哈，你们加的这个对于比例原则加进去，你们是没有纳入业界的反应，反而你们增加了比较严格的条款101条，这个应该没有错，这个等一下内容等一下再来讨论哈。所以其实业界对于业者对你们的沟通成果跟结论，他们其实非常错愕，这个主委你们工程会一定要注意。非常错愕，但是也不是工程会的版本没道理啦。那我认为采购法的修正案哦，是你们是用心良苦，但是结果不一定会如你们预期。下一章，那你们下一章用心良苦，你们有两大为难。这边主委，请您听一下。第一个是重大职业灾害的为难，第二个是比例原则的为难。这个怎么讲呢？主委，你知道什么叫做重大职业灾害吗？你们在101条第16款增加进去的条件。对对对，有这个我们把它本来在草案里面给它整理进去，对，有整理进去嘛哈。 对这个为难在哪里哈？就我们都不希望公共工程出现重大职业灾害，好，那但是我们在院会版第十六款是写这样嘛，致产生重大灾害的这个要停权，对不对？好，啊，下一个，这是草案里面的。那但是重大职业灾害的定义是什么？在劳动检查法施行细则第31条里面，这些都是它的定义哦。有发生死亡灾害，我们也不希望发生，然后发生灾害罹难人数在3人以上，还有这些化学灾害，对不对？没有错。所以前面的修法如果过的话，重大职业灾害是不是指这个？对不对？没有错嘛。好，那重大职业灾害我来跟诸位报告两个状况。第一个，在去年的应该是十一月吧，21号，桃园大溪高中因架倒塌发生了5个人，这个厂商应该永远不能够去投标公共工程甚至民间工程，这就还没了，这就还没。第一个，这个是应该要停权。但是如果我们照着刚才我们劳动检查的规范，那它的总共哈，如果有重大职业灾害的营造公司，主委您知不知道总共有多少？如果照着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个规范，主委你知道吗？对，你这边有写，这285。对，280，这是我们调的资料。从102年到105年的11月，去年底，总共这我手上这个，因为有公司的资料就不便公开了，包含政府所属的泛亚、新亚，哦，弄丢丢了。所以如果这个状况，我们照着前面的那个劳检的标准的话，重大职业灾害所造成对营造公司不能来投标，就285件了，3年内哦。那这些如果都不来投标公共工程，我想诸位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有没有评估过这个有可能对公共工程发包的负面影响？诸位你有没有思考过？有。这个必须要注意啦。是。所以这个很为难。
你又不能发生意外，发生意外也不能不处理。但是他们如果真的都不行来，照现在的标准，那、啊、你会面对到说，大的厂商或者比如说杠癌来标啦，啊，杠癌够看更容易发生意外，这个政府就两难了哈。所以跟主委报告一下，这个第一个，你们用心良苦的这个版本，我们还可以再细致一点，要评估一下。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两难呢？第二部分是砥砺原则的两难。那这个又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哦，跟主委报告一下。中心顾问的案子，主委您知道吗？知道。在立法院里面也很多委员在质询哈。中心顾问他们的公司，他们的人员被他的被我们这公工程承包商，然后去招待喝花酒，判刑定谳。那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停权，可是他在去年的12月23号的时候，他决议把他之前的停权的那个处分撤销。这个主委是这样没有错吧？在贵会的那个申诉委员里面嘛，对，就大会撤销掉了嘛，哈。啊，那他撤销理由是什么？主委你知道吗？他撤销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简单来说，对，好，下一张就是比例原则嘛。对对。就是他认为说啊，这个中心什么对国家有贡献，这都没劲啦，反正犯罪就犯罪了嘛。他认为如果受到3年的停权处分，会对所有的损害跟利益会非常严重啊。他也认为站在国家利益来讲，他你们申诉委员会做这个决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两难的。对，你的委员会这是违法的决议吗？违反采购法决议吗？这个案子哈，他最主要是他从他有没有善尽责任啊、嗯，另外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犯罪者，对，啊，是不是这个我们在他的上层这个主管有受益？对，这部分他们如果有说明清楚，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但是法律上可以这样吗？哎，对，我们现在大概你如果去比照过去几年哈，他发事情发生之后，在立法院朝野各政党立委的那个中心，他这样的符合比例原则有道理。对，但是大家也认为中心应该被停权，不管他是不是经济部所属，这就是你们的两难了、啊。所以大家设计这个比例原则，我也想过，又不能够针对顾问业或营造业特别的行业，然后你又要符合比例，哦，这又不能造成偏差，真的不容易做。所以主委这个修法真的要注意。是，如果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委员会讨论的话，我希望刚才两个，第一个对重大职业灾害，第二个对比例原则，我们都要有不同比较更进步的看法了，好吧？我相信会获得更大的认同，好吧？这个好，谢谢。采购法的还有，所以接下来就是劳基法的用心良苦了。劳基法用心良苦，前几个委员都讲的很多哈，我简单很快啊。这是大家很敬重的益美高志明董事长，他在讲劳基法的问题啦。而劳基法出来是对劳工，甚至对企业的转型，我觉得都有利。好，下来，但是批评劳基法认为说缺乏弹性，尤其知识工作者，然后再批评劳基法说，哎，这个对于采购法来说哈，刚才有很多委员有讲了，他必须要有弹性，我就不再赘述了。那好，最后来往下跳哈，过去哈无哎好，下往下跳。就是说现在劳基法已经被污名化了，反正什么东西不管要涨价不管要做什么都是一例劳基法修正一例一修的，他们都认为的恶果了。所以这点主委你要注意，我的建议是这样了。过去吴哲成主委他会被肯定的一项，你们都姓吴了哈，我也希望说未来你也像吴哲成主委一样被肯定。他是说他勇于物调，这次劳基法就有这个修正之后就有这个结果。刚才我听您说了，在工期上面会有一些可以去做请发报机关去做弹性处理哦。但是我跟您报告一下，来最后哈、哦，就是说工程会你不承担责任，但是你不要哈、哦，如果你们现在不承担责任往下推，往各机关包机关去推的话，到最后一定会走向履约调处，然后或者是司法诉讼。我相信民间跟政府都不希望这样啊，你们还是要想一套可行的机制出来。工程会你们可以扛责任，做法定解释，尽量帮大家处理掉。这个希望是主委您可以担这个责任哦，用心良苦要有功啊。是，如果用心良苦却成空哈、哦。真的是大家都倒霉，好不好？好，主委这几个方向您再思考一下，也希望说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会有新的比较更进步的一个方向，好不 好？谢谢我们。让大家都觉得说，哎，记得进户委办，好，加油。这个政委刚刚提到的这个比例原则、公安还有一例修，这个我们会密切观察，而且会持续的来追踪。外面其实的质疑，我认为有道理，但是我也想不太出来说一个比较完美的配套方案。不过这个公安这个一定要改善哦，这是现行的机制怎么样，他们才能改善，这最重要哈。主席抱歉啊。好，谢谢郑云鹏委员的发言，接着请黄国书委员发言。哎，谢谢主席，有请吴主委。请吴主委。
黄委员长，吴主委好。是，这个一立一修造成公共工程的冲击啊。是，我想我们可能要开始有一些因应了。小英总统也有指示了吧？对，是。小英总统说，这个事情请公共工程委员会要去解决。我想请问一下吴主委，你怎么解决？是，跟黄委员报告哈，我们在昨天已经发布一个处理原则。这个处理原则最主要的内容是针对未来在这个劳基法这个新法之公布之后，那我产生的包括工期成本，还有一些工料的问题啊，这一部分这个我们都里面都有做一些规划。那里面重点就是工期的部分，我们做统一的啊，做一些处理。但是成本增加，成本增加是事实吧？成本增加这个，因为它这个成本增加是一个不确定的，好一个概念哈。好，那你们怎么处理？对，那我们你们的方案，你们的解方是什么？每一个采购案，它同中存异，异中也有一点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们要个案去做核实的计算。好，那这个核实的计算，我们会做一些必要的辅导。必要的辅导，好，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哈，我们针对一个公共工程已经定了契约了，在施工期间。其实我们有一些变通的一些相关的原则，比如说我们有物价变动的物价调整补贴原则，有这个东西吧？哎，对，有。那我们有没有考虑一立修上路以后，是不是也有这个因应成本增加，所以会去调整的补贴原则？有没有这样的原则？有，这个就很具体了。有嘛？有。所以你们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补贴原则。的规划已经有出炉了吗？已经有了吗？我们昨天已经通函我们这个原则的内容是什么？对，这个是相当多了，等一下我非常多。对，所以你们有这个补贴原则了。是那我们过去也有赶工奖金嘛，是不是？也有赶工的实施要点。对，以前有赶工的奖金，但也有实施要点，也有实施要点。对，所以这个都是为了因应工程在施工了以后，我们发现有一些，可能在订契约之前无法规则与厂商的时候的一些变通的办法嘛。是对，所以一立一修上路以后产生的冲击，我们可不可能也要思考到，我们用沿用过去这样子的精神来订一些相关的所谓的补贴的原则？有，这个跟黄委员报告，这个我们里面都有做说明哈。这个像展延工期每14天展延一天。另外，这个展延相关的管理费，就是总价2.5%再乘以展延工时除以原来的延工期，这一部分这个。所以你的工期，是，你可以有比较多的弹性展延嘛？好，对，好。一立一修上路，在今年上路12月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个公文哈。所以公共工程委员会要非常密切的跟公共工程相关的哈。你们在去年的时候。公路总局啊，就有跟你们示意就是说提出展延可以予以展延的工期有周休二日的精神。其实你们在去年十二月的态度啊，你们是认为说这个已经有周休二日的精神了，所以理按理不应由机关负担，这是你们12月的立场啊，对不对？对，所以你们当时就是说，连公共工程委员会，我们全国最重要的督导公共工程的一个机关，你们在12月的时候都没有考量到一立一修上路以后会造成公共工程这么大的冲击，所以你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啊。哦，我跟黄委员报告哈，他这个里面在所谓的公共建设里面，他有几个主要的这个合约，一个就是日历天，一个是工作天，一个是日历天排除那个休息日跟例假日。所以这个我们现在针对的只有是日历天这一部分来做一些调整。好，没关系啊。整体的公共工程造成的冲击，我们公共程一定要有因应的方式，一定因应的策略。你们要密切注意了，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不然的话，我很担心会以后会影响到公共工程的品质。那只好怎么办呢？我成本增加了，我只好偷工减料了，不然怎么办？好，再来我提一个问题哈，我们。公共工程委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符合
姓平的立场啊、哦。我们公正委员里头有十五个委员是女性，只有两个。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因为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啊、哦。我们有九成以上的公部门呢、啊，其实都符合这个比例原则，就是三分之一单一性别的比例原则。但是只有公共成委员会还没有达到。如果按照十五个委员，照理讲应该要有五个女性的委员，对不对？但是我们只有两个，所以吴主委，你觉得？我觉得刚刚黄委员的建议很好，这个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以前在学工程的男生比较多了。对了，我了解了。那所以这是行政院的规定啊。是。只有目前来看，好像只有我们公共成委员会没有遵守行政院这个规定。对。好，我们来尝试的给他做改善啊。好，那我再提一个问题，我想问主委一个问题哈。好，下一张哈。为什么狗是宠物，猪是食物？我想问你这个问题，你这是什么问题？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公共成委员会啊。我们的读书阅读比赛的心得啊，那这一个读后心得还得奖，还得第二名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我们公共审委员会内部办的读书心得的作文比赛是有这种，这跟公共审没有直接关系的啊，而连主委可能也不晓得我该怎么样去解释哈这个标题哈？那当然，这是因应考试院的哈，国家考试啊，对不对？对。但是我在想，我们既然都有这个力气可以办写作比赛了，我们都有这个力气，而且我们有预算了，不是没有预算了，我们都有预算，有这个力气去办这个作文比赛。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一些可能跟公共工程有关系的啊？我们公共工程未来要面临的挑战太多的，包括人文的关怀，包括公共艺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增加我们内部人员的人文的素养哈、哦。大量的阅读，这个都好事啊、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配合了考试院的需求啊、哦，我们就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不可能也去办一个？对。好，比较跟公共工程设立的宗旨相关的写作比赛，然后让我们的内部的同仁更有跟我们相关的需要的人文的素养跟艺术的修养。是，非常赞同我们黄委员的意见啊。当然，这个书是由国家文官学院挑选的，但是我们未来应该不是只有做工程，要做环境。所以，对呀，跟工程有关的人文、艺术、美学、生态等等，以这个题目来做重点哈，请我们所有同仁来培养这方面的素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好，谢谢。好，谢谢诸位，谢谢。啊，请周春明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还是有请工程会吴主委，请吴主委。周委员长，好，主委长哈。那今天大家还是就政府采购法52条的讨论很多哈。那政府采购法它的第一项，它是分最低标、最有利标，还有采复数决。但是在第二项，它其实也限缩了这个最有利标的一个范围了哈。那我想，整个政府采购法的运作，在法律上、司法事务上的运作，事实上，厂商很害怕啦，因为觉得绑手绑脚嘛，哈、嗯。那公务员很害怕，也很害怕嘛，动不动就有一个图利的一个帽子跟危险。因为以前在这个司法事务见解还没有改之前哦，图政府利益哦，图政府利益还有图国家利益，都被认为是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第一项第六款的图利罪哦，所以事实上是很大公务员很大的梦魇。那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事实上常常也在这个部分打转，因为他的专业或者他的认定，他没有办法去厘清说，哎，这样他可能就是说，哎，会认为说，为什么你要采有利标，或者你有综合各个条件，而不是从价格上来看。
那价格上来看就很容易去形成所谓的一个图利的结果。但事实上这几年大家一直在检讨，因为公共工程的品质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都陆续浮现，也是社会很大的问题。那现在政府尤其主委上任之后，大家就是要推这个最有利标嘛，我可以这样子认定说这个你们的任务是要推最有利标嘛。但事实上这个对公务员来讲或者对工程界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变革。我想先跟主委确认说，到底这个政府采购法52条有没有修正的可能，或者有没有修正的必要。第二就是要请教你，就是说如何让在政府今天的政策已经确定方向之后，如何让公务员愿意来用这个最有利标。是这个我们在第52条这个这个第二项这一部分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些修正这些修正。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希望我们未来在所有的这个政府采购机关针对所谓的议时这一部分的话他们应该不要有太多的余力这个我们在相关的配套哪一个部分议时吗还是什么，就是第二项要怎么做修正删除啊。第二项我们就把它删除掉，第二项要删除掉，现在就是在你们的草案里面第二项是要删除掉。对对，草案是删除，所以就是开放成第一项这三种的一个方四款的方式就对了。对对对对，哦，所以是第二项是明确就已经是要行政院的草案是要删掉，是不是？好，那既然方向已定，那就请教主委如何让公务员愿意来用最有利标，那如何防弊？我们公务员以往他就是承办人员，他要去分析采最有利标或者是最低标，对，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我们现在就是在所有的机制上希望采购机关要机关合一，针对未来的采购策略方式还有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招标方式，所有的机关他首长指定他的主管，然后邀请相关的这个单位做合一，做合对，他本来就是合一制的，不是吗？对对，就是不要一个人承担。那那个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 林权院长他事实上好像也提过说，是不是在委员会合议的时候可以请这个检察官来就这个法律上做一些指导，有这样的考虑吗？或者有这样的方向吗？这个他们都必要的时候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了。都可以，是。那当然啦，当几个委员都探讨过，当然就是希望工程品质好，那也希望安全，那当然是裁员上也不要浪费。那这个部分，这个主委这部分要怎么再去做防范？一般我们这个有利标，它最主要是因为采购机关跟厂商，它可以面对面就它的采购需求做讨论，所以它对厂商的履约能力它非常清楚。但是你如果说最低标，它就是价格唯一考量，那当然很多都是冒险加得标，那你来的厂商有没有履约能力你也不知道，那把一些争议弊端停工延宕都放在最后面。这个也是，当然我们这样给他思考起来，以前的所有这些案例，事实上有利标没有比较节省公帑，没有。确实啦，整个运作下来，大家对公共工程的品质事实上也没有比较看好。对，另外跟周委员报告，像有利标它通盘考量包括对劳工的保障条款等等都可以列在里面，所以将来你这个有利标它给厂商合理的利润，将来在我们所有的低层的这个劳工朋友也不会吃亏。好，那现在当然我们还是知道说这个公共工程这个整个一个采购就是不是能够顺利完工，或者甚至能不能顺利发标都有一些问题嘛。对对，那我想那个主委在这部分有很大的责任，那你现在在推这个走动式管理啦，走动式管理，那我想说再请教主委在这个部分可以积极在做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昨天在讨论的这个铁路电气化，在南回铁路电气化这个区块，现在我们知道就有三个标土建标是没有办法发包出去的。对，那想说诸位就这个部分可以积极的再有更做积极的作为吗？对，这个南回铁路电气化如果没有完成，对，普悠玛就不可能环岛当然一圈，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特别要求就是我们交通部相关单位就这一部分的工程进度要提前。不过它里面有两标一直流标，那流标原因是工程难做，但是价格也偏低。另外这个未来我们可以跟他建议说，其实你可以牺牲一点所谓行车的空间做一些赶工，就说你不要半半施工，你半半施工这个非常困难。那因为我们希望在108年
年底之前，这个就应该要完成。不过目前看起来是有延宕的。本来是已经提早，就是2020，就是109，那现在希望又是在108，但现在看起来这三标是还是流标了。对，它流标。但是刚刚主委提到说，可能有部分要停驶吗？这样子，这样影响很大、欸。他们也在评估，就是说，你如果说在酝酿可以做其他的这个公共运具来替代的时候，事实上是可以做的，就是说你从我们屏东到台东之间，如果有其他的公共运具可以来替代，而且很便捷，那这一部分当然可以考量。这个部分可能姿势体大吧，因为当然还大家比较安全的或者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还是铁路吧。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价钱很低，没有厂商愿意来。那这个部分看公共工程能够做，委员会能够做什么样的指导？因为也不能说就是这样停摆或者没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因为这个工程我上一次也去看过，所以我有特别也提出一些改善的策略了。不过因为这个交通部要把那个方案送过来，我们才会跟他讨论。好，那希望这个主委能够再帮我们密切注意这个部分。那另外，主委在你今天的14页里面有提到说，积极改善机关不当迟延给付的付款情形。那工程会透过说公共工程标案不当延迟付款的通报机制了哈，那大概有一些相关的作为，有相关的数据。那主委也希望能够持续来推动这个政策。但是呢，针对一些县市他们有财政的困难，无法及时来给付的话，那这个部分工程会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关注或协助吗？对，这一部分因为县市财政困难，这一部分的话他也要面对这个针对我们参与公共建设采购的这一些厂商他的公平对待。不过这一部分的话有相关县市是有发生这个问题的，目前好像是、啊、我知道苗栗什么他大概有发生这个问题，其他都还好。其他都还好，所以目前这个部分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看那个贵会的业务报告，其实还蛮，就是就委员的相关提案都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包括在相关的法条上面都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助于大家对贵会业务的了解。好，谢谢。谢谢周委员。接着请李坤哲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请下吴主委。请吴主委。李委员长。吴主委你好，一开始我首先要提醒你，那我长久的观察公共工程委员会，这是一个士气不高、预算不多、人员不够的一个单位。那我们从106年的贵单位的预算来看，只有3亿7千万。那目前的员额大概是123个员额，加上26位的聘用人员。但是公共工程委员会所执掌重大的公共工程呢，在106年度大概就有204项，它的总金额是高达3兆3000多亿。那这样的一个单位呢，主委应该要重新去思考啊，如何带动整个执掌的一个角色的定位，这是我一开始先提醒你的部分。那我先要请教主委说，有关于我们工程查核的情况，我看这3年来103、104、105，每年大概都会查核大概是3500件以上。那我要请教你，为什么105年度跟104年度比较起来，查核的件数不增反减？这个请简单说明一下。是，这个查核的件数哈，这个看起来是有下降的趋势。查核很重要，因为查核就是保障公共工程品质、保障工程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相关的查核的次数跟比例啊，我认为是应该要提高，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对对，这个是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我们现在在我们工程会的查核跟各县市的查核小组这边，我们会来跟他做讨论，就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至少持平啊？当然有一些可能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所以这个查核的比例不应该再一直调降。这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是人力上我们的预算不多、人员不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错。但是这个公共工程的品质是关系非常重要的。对，
另外我请教一下主委，有关于路评方案，你认为公共工程委员会督导之下的状况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当然不满意，因为按照审计部的调查报告啊，97年到101年，他针对民众所做的调查报告，有50%以上对道路的状况是非常的不满意啊。是。我们执行了5年的路评专案，但是呢，人孔盖啊只减少了7%。对。这个请诸位简单说明一下。是。我觉得李委员刚提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人民的安全哈。那这个路品这一部分，当然我们现在在整个辅导抽验改善这一部分，其实成效是很有限，最主要是它的次数比例也不是很好。对。那另外这个道路不是只有路面而已，还有道路环境，道路环境包括电线杆，包括很多这个跟车型有关安全的，其实都要一并做处理。这个我们未来如果说啊，工程会这边人力上能够做一些好的调整运作，所以工程会其实也体觉到，民众对路评方案非常的不满意，是，对于道路的品质造成机车骑士的重大伤亡啊，它的比例是非常高，是，所以说工程会在104年也提出了所谓的道路工程品质的精进抽查计划，目前这个计划进行的状况如何？有没有知道的承办人简单说明一下？来，我们请何处长来说明一下。报告李委员，就是说这个104年的这个抽查计划哈，它其实是针对全国各县市哈都去进行全面的抽查。那当时是进行每个县市都有2件的这个厚度跟这个相关的平整度的一个抽查。它主要是抽验沥青混凝土的厚度跟它的一个平整度，对，那当时的这个不合格的一个比率哈，有点高哈，大概有20%多不合格。那经过大家的这个改善哈，因为我们已经有强力的要求，所以在去年105年的时候，我们又针对全国各县市在各抽每个县市在各抽3件，所以呢，总共60几件，这样子平均我们这样看下来，它不合格比率都5%以内。我要提醒你的，这个抽查计划是一个可行而且重要的计划，但还是回到预算不高、预算不多这种啊人员不够的问题。因为我们看104年的这样的一个抽验呢，抽查厚度的总共有42件，平整度抽检的有19件，加起来才61件。然后105年度的这个抽查计划呢，厚度抽检数是66件。那坚实度抽检的件数是9件，总共才75件。全国的道路那么多，全国道路的品质那么糟糕，一整年我们的所谓道路的工程品质要精进的这样的一个抽查计划，才抽查75件，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主委简单说明一下。是啊，谢谢李委员。这个如何达到品管跟核子的作用，这个比例我们会来检讨，就是说但是这个如果有相关必要的经费要纳到明年预算，也请我们委员会，所以我们会支持，是因为路评专案关系到交通的安全，关系到所有民众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保障。那另外除了工程会自己查核之外，我一再的要求工程会针对全民督工系统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要更为提升。我们现在看全民督工系统是1991年7月创立的，但是在102年度，我咨询了2-3次，就是说它的案件量逐渐的下滑。105年度的通报案只有1355件，这个呢已经是历年来的第三低，因为前2次比较低的是刚创立的那2年，它其实已经创新低了。这个部分我们全民督工系统要让人民多宣传，让人民知道有这个系统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具体的建议，我们在工程的告示牌上面要加装这个地点的 QR code， 让民众在全民督工 APP 系统的时候，不要再很麻烦了，要去点选地图啦、输入地址点等等的这个繁琐的程序。这个我以前有要求过，这个请简单说明一下。是，
这个谢谢李委员，这个工程告示这一部分当然都有按照李委员以前的这个指导也有做要求哈、哦。那是不是还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再来那个检讨。另外刚刚特别提到这个 APP 所谓全民度工，这个当然有两部分，也许是品质有点提升，所以它反应下降，但是也许有是民众不太关心漠视，这个有没有诱因来提醒，这个我们会来检讨。另外这个通报类型里面呢，以交通运输就是道路啊是为一个主要的大家关心的项目，那在105年度的第四季占通报总数的23.5%，那研议在全民督工系统里面能不能另外切出一个路品的专区，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让全民来督工嘛。是，我觉得民众使用我们的道路是最频繁的，所以切出一个路品专区其实是很合理的。好，这个请主委去加强督促。好，谢谢李委员。好，谢谢李坤哲委员发言，接着请林进宪委员发言。主席先告啊，在叶怡君委员发言之后休息5分钟，然后进行临时提案处理。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吴鸿谋吴主委，请吴主委。林委员长，主委长，主委，你到工程会以来啊，我发现你提出很多新的想法和做法。那我也特别看了你今天的施政报告，主委在施政报告的第一项啊，你就提到啊，你要营造一个公平合理公共参与的建设环境，其中呢有一项做法，就希望你要采用各界的意见来修正政府的采购法令。好，那我注意到你有几个新的做法，在你刚上任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啊，就政府的标案啊，大家很关心过去其实极大的比例啊都是采用最低价标，因为公务人员啊保守或者是保护自己，所以呢干脆啊我在开标的时候谁的价格最低我就发包给谁，这样最省事啊，也不比较不会引起争议。但是这样的保守做法也引起很多外界的批评，也造成很多啦腐烂啊，明明他的东西最烂啊，过去曾经发生了像那个机车啊，由中华邮政也去外警察局也去投标，因为它价格非常低，市价7万他都投了个3-4万，那他机车骑到一半会失火啊，经常故障，但是呢只要公家单位开标一定是他得标，因为他的价格最低啊，我记得有这种状况嘛哈。那主委有采用新的做法，因为如果啦不用最低标啊，那改用呢所谓的资格标最有利标啦，但是过去呢必须啊由该标案的承办人员他要来签注意见啊，为什么我这个标案呢要用最有利标而不是用最低价标，是不是这样？对，好，承办人员要自己签注理由，所以他的名字会在上面啊，也就是说呢他必须负责，所以几乎造成啊没有公务人员啊这个啊敢于冒险泛滥啊，大家都总是呢明哲保身，所以我们的最低价标啊这个比例极高哦，然后占了快90%都是了，这个其实啊这么绝对的高的数字啊表示显不合理了啊，表示说哦大家哦啊，大家都不思有新的改变。那我看主委你来有新的做法啊，啊，过去必须由主办人员啊，他要改变招标的方式，改为最有利标，他要签名负责，他要签注理由。你现在改为什么共识决？啊，你的做法是怎么样？是，就是在采购机关在采购的开始，由采购机关邀集相关的单位做审议合议，啊，决定我们采购的方式策略，还有未来的决标方式。所以就不是某一个承办人员他要负全责了哈，他要签注理由了，而是呢用
一定人数了哈，一个小组大家来共同决定，对啊，共同分担责任，是啊，这样的话比较可能推动了，啊，因为不是由某一个人负完全的成败，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做法了哈。那第二个呢，那主委要改变了哈，过去的评审委员呐，都是不公开啊，对，你现在把它公开了，是不是这样？是我鼓励他公开，因为以前常常发生委员的名单泄露，那其实这个是私底下很多不公平，那应该公开接受公平，而且你委员是不是四任，各界也可以检视。反正过去不公开哦，有门道的人还是会知道了，对，是不是这样子？但过去如果你泄露评委名单哦，是犯法的，是不是这样？是妨碍那个公平性嘛？哦，这违法的。所以你现在直接把它公开。对不对？那公开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公开，比如说你造成这个评委哈，有一定的压力了，不管是人群压力啦，或者是因为我更精确的会掌握哪些人评审，啊，我去拉关系啦，我去行贿送礼啦，会不会有这种状况？是有一些委员他也许平常是社交生活比较活跃的，他自己都要很小心，尤其你接受评审委员。你就准入围了，你在这段时间你就应该要这个言行就要很谨慎。但是你这两个做法啦，就是最有利不要你改为共事决以及评审委员公开化，这个只是你目前的一个内部做法吗？哎，对，这个已经有那个发文给我们各采购机关参考。那你有没有考虑直接修采购法，把它法制化，把它入法？有，我们这个采购法的模法，我们有一些精神，像这个共识决，这个我们已经有纳入。好，哦，那另外有一部分可能会放在细则，或者是相关的标准规定，或者采购契约，我们另外再来处理。所以不必修，不必再修法。以目前的采购法精神就可以解释。有共识决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审议，这个我们有在采购法。所以你目前的各相关的采购单位都可以按照你工程委已经解释出来啊，可以用。所谓的共识决，还有评委公开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招标，是不是这样？现在各机关因为我们给他做建议，他应该这个很合理了。他们而且对他们可以分担承办人员的责任，他们都很乐意。另外啊，本席在上个会期也曾经咨询过啊，就是我发现我们的所谓不良厂商了，采购法第101条，那不良厂商的要件里面呢，竟然没有行贿。那主委有答应要去修这个部分吗？这有纳入，有没有纳入？有纳入。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们的修改哦。哎，对，这个因为草案还没有那个，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是来自发商阿斯诺那个案件呐。哎，你知道吧？这个我上次听那个我们赵对阿斯诺这家法国公司啊，被美国政府重罚了240几亿台币啊。是是。赵峰相对起来啊，是小咖一件呐，啊。被美国政府为什么重罚他240几亿？因为他承认呐，啊，他自白，他在亚洲几个国家，啊，包括印度啦，包括台湾，他有行贿，他跟美国政府招认。只是啊，我们台湾呐，啊，就变成另外一个拉法叶案，办不下去了。人家都承认他在台湾行贿，那这家公司在台湾做两个工程啊，一个是北捷，一个是台电的工程，都是跟中鼎做的。后来发现呐，啊，那你这个自己。说他行贿台湾哈，不是我讲的，他自己承认的。那这种不能列为不良厂商，啊，因为当时我们采购101条，居然啊不良厂商的要件里面没有行贿这一项，这个一定要改，是，好不好？好。那另外哈，主委，我看你有一个新的做法了哈，你说为了要保障劳工的薪资了，所以你在采购法里面哈增订。在劳务采购的时候，在一个标案呢，啊，可以把劳工的一定薪资啊，直接名列出来，哦，来避免呐，啊，得标的厂商哦，他们去剥削劳工，因为在得标的金额里面呐，啊，你就已经有明定劳工薪资必须有多少钱，是不是这样？是。这个你到底怎么做？对。这个我们以往哦，这个厂商拿到这个工程以后，他通常他会把他的利润拿起来，然后开始再分。当然，最后牺牲的是劳工朋友。没有错。那我们现在先优先把劳工朋友的薪资先拿出来，然后再做其他的。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做法啊。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哦，那本席在这里，我觉得很肯定的，
啊，因为过去的厂商得标以后，他会想赚多少钱，他先拿起来了哈，其他就慢慢去缩减。那其中有些东西啦，那如果不是买差一点的次级品，可是如果有时候你规范会很清楚嘛，他也拿你那个去，比如买不良的、买次级品来冒充，这个时候啊，通常最后牺牲的就是劳工的薪资了。对，这个未来这个厂商在领取这个企业价金的时候，那你有，但土法不足以自行、啊，对，你必须要去后续的稽核稽查。这个我们是用这样后控机制，就是他领取企业价金的时候提出支付我们履约劳工薪资的证明。那这一波，所以如果公评委也注意到啊，哈，避免在政府的采购标案，那劳工受到得标厂商的剥削，所以在标案里面他就提出一定拨出一定金额啊，作为薪资的保障啊，啊，这个我们肯定这个做法。那也希望公评委在未来的标案的时候能够进行相关的查核工作啊，做到真正保障我们劳工。啊，他的辛苦付出啊，有一定合理的收入，好不好？是，好，好，谢谢，我们谢过诸位哈，谢谢主席，谢谢林委员的指导。啊，接着请叶宜津委员发言。请吴主委。请吴主委。叶委员长。诸位好，诸位，是业者针对一例一休的修法要求，这属情势变更，所以要求价格调整，要求工程工期延长。我认为他们的要求合理，但是政府也不能当冤大头，所以呢，这两个呢。应该是其中一项，而不是两项都来，对不对？对，要么你就是价格，因为你的工资可能要增加，所以价格要调整；要么你的工期让你延长，因为你需要的工期，因为工人要休息的关系，劳工休息的关系，所以延长。没有两样都来的，哈。是是。那这个你们有一套因应的机制吗？有，啊，谢谢，对，谢谢我们幼员哈。这个我们在昨天已经通函我们全国哈，这个就这个一例一休这一部分，那对我们这个营建产业的这个冲击，我们有一个处理原则。那这个里面就包括了刚刚幼员提到的工期、成本相关的配套做法。那魏业员也非常清楚，这个工期展延，我们给他一个通函哈。那但是工期未展延者，依个案情形何时增加履约费用，这个是何时办理？好，那你们这一套机制已经订好了吗？已经昨天公布了。公布了，好好。那但是呢，这一套呢，还是要限定日期吧？这个是进行中的工程、哎，因为法令的改变，所以才会增加出来的成本。对，可以。对，但是如果新建的或者新发包的。未发包的新建工程，这个就没有应该要把成本考量在内了。对对对，这个在我们修法之前已经订约的，我们就适用我们这个处理原则。但是在修法之后才订约的，他当然要通盘考量现在的修法之后的。所以你们有订定期限吗？修法之后什么期限？我们就是你们怎么定的？怎么定的？来说一下。我们就是。这个105年12月20号以前投标，也就是在105年12月23号之后，依然在履约的是以日历天计算工期的这一部分的工程，我们适用。适用你刚才那个情势变更，对，所以来做这个有界定，这个有界定，有界定。那12月，105年12月31号之后的，12月23号之后，12月23号之后的。就属回归常态了，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月23号，如果说他这个约是在修法之前定的，是适用；但是12月23号之后定的，那当然就是他要通盘考量我们修法之后的状况，就是不适用。新的采购案就没有了。12月23号之前订的还是适用，还没有开工的也适用。就是说，他譬如讲说，他有3年的工期，那还剩下1年，那这1年就是适用这个所谓的处理原则去做调整。
但是如果是你在十二月三号之前已经完工了，当然就不用，但是之后才订约了也不用。你们这个都有制度出来？有。那新签的呢？新签的现在都是按照我们劳基法现在的那个规范去处理啊。他所有的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新签的他就会把依照劳基法把劳务成本都算在里面了，所以就不应该再适用了。而且我们也提醒他们要避免产生争议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工期的规定，就是他日历天，他应该排除所谓的休息日跟例假日，或者是用工作天。那这个也应该要有一个日期，就是有一个 deadline， 你要清楚的规范说，你是在十二月二十三号，你刚刚说的是一例一休的颁布，是不是？颁布之前，这些公共工程已经订约了。那之后啊，2015年12月23号之后发包的就回归正常，因为你必须就要把这些劳工的成本计算在内嘛，对不对？对，这个也有做提醒，对。有做提醒，然后也就真的就不能够再用那个哦。哎，对。那个办法哈，是。那确定你就是用十二月二十三号当做日期来规范哈。好，请给我一个书面的，我们比较有凭据哈。你这个都已经颁布了嘛哈？昨天颁布。昨天颁布了哈，请给委员会跟给我一份说明。好，谢谢叶委员。好，谢谢。啊，现在休息五分钟。
啊，现在逐案处理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建议最低标时常发生无履约能力之厂商得标，造成工程延宕、国家损失，原此建请公共工程委员会提出最有利标防避新方案，以保障全民权益，并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郑宝清等，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哈，照案通过。第二案。依据卫生福利部104年死因统计结果分析，104年事故伤害死亡人数为7033人，居国人死因第六位。原此要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研议在全民督工系统切分出路平专区，作为全民监督公共工程的重点。提案人李坤泽等，宣读完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第三案。有建议政府电子采购网常用查询下之标案查询部分，要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需在3个月内紧速克服相关技术问题，未来查询可以不受公告日期限制。提案人李坤泽等，宣读完毕。大家有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第四案。全民督工于91年7月创立，要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研议在工程告示牌上增加 QR code 以提升使用率。提案人李坤泽等，宣读完毕。那个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照案通过。第五案。建议先前发生公开征选案争议，全球通公司筹设离岛五航线，因银行资金并未到位，全球通后遭交通部废止筹设许可，并没收新台币2000万元保证金一案，敬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交通部等相关单位共同研拟相关方案，以杜绝类似情形再度发生。提案人简东明等，宣读完毕。有没有意见？好，诸位，到这边来。向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个提案五哈，这个最主要是交通部它航线许可的政策问题，啊，这个跟一般的公共工程或者是采购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所以这个文字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修正？就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会协助了，协助交通部等相关单位共同研拟相关方案，啊，加个协助。有没有意见？就是文字做修正哈。敬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协助交通部等，协助交通部哈，等相关单位共同研拟，一下，这样可以吗？可以哈，那照宣读内容呢，修正通过。好，那谢谢主席。好，谢谢。临时提案处理完毕哈，如果委员对上述提案要补签，请列入记录。继续请陈淑慧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吴主委。请吴主委。陈委员早。主委早安哈。这个自从这个一例一休上路之后，各行各业都面临了不同的问题，也很就是面临很大的冲击。那我们公共工程也不例外了哈。所以今天也很多委员都在关心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哈。那我们也知道说，过去我们在公共工程的履约方式方面，大多数是采这个日历天为主嘛。对。好，那刚刚主委也有答复，就是说，如果以日历天为主的话，那得标厂商就要自行去排除这个周休二日的这个问题哈。那周休二日，如果说他要排除这个问题，势必就是要增加人力嘛。对。好，因为他不可能同样的一个人劳工人数哈，然后在一定的日历天里面完成嘛哈，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造成这个整个公共工程的成本的一个提高哈，所以当然在日后我们这个在采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采购机关就要去考量这样子的一个招标的价格是否合理嘛，是不是？是。那可是在这部分我是觉得说，如果是以日历天这个方式哈，有时候可能也会就是在这个人力的时候，因为就我所知，其实在工程界哈，
在基层啊，我听到很多营造业哈，这个人力其实是非常不足的啦。好，就是说在营造业的这个产业界，其实人力工人是非常的欠缺啊。所以就是说，在实际上哈，我是还是建议说，我们工程会是不是也要建议这个采购机关在实际执行工程哈采购招标的时候，也要去真的要去考量一下，是采用日历天或工作天会比较适当。好，因为就我所接触到的讯息，我是觉得建议应该是采工作天会比较好。虽然是说工期会延长，可是在人力市场不足的状况之下哈，你要怎样能够去兼顾到这个施工的一个品质。是啊，谢谢我们陈委员哈。这个我们因应一地一修冲击到公共工程这一部分，当然我们现在昨天已经做了一个通函，那最主要就是有工期跟成本几个方面的考量。那工期这一部分，我们给它一个原则性的处理，就是刚刚我们陈委员提到的，如果公共工程是采用所谓日历天的，那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话，基本的精神是要保护劳工一天一个礼拜有两天的就是一例一休嘛哈。但是有些机关它可能是需要工程能够限期完工，或者是要提前完工的，那这一部分可能就不是工期可以解决，可能它就要增加成本给我们的营造厂商，那这一部分他们可以合议啊，这个里面我们都有做建议。好，那另外就是说，当然这是在营造厂商的部分了哈。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每一项工程都有这个监工的一个人员嘛哈。那监工都是我们采购机关派遣的嘛，好是担任的嘛哈。可是这个监工的部分，他一般就是说是采购机关的约聘人员嘛，一般是约聘雇人员，他们都是受到劳基法的一个保障。那如果说工程是采用日历天的时候，那这个监工他是遵照劳基法周休二日的话，那在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这个监工的部分哈，工地的公共品质要怎样去把关？是，现在我们比较重要就是说，在很多的公共建设公共工程，它有很多是不能停的，对，包括灌浆、连续壁等等这些施工，那这一部分的话，当然你就是要按照你的所谓的施工计划去举证提出来，然后跟采购机关做合议，包括成本的增加。好，这一部分我们在里面有一些弹性的处理。对，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工程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样态，就刚刚你有提到的，这个工程有时候施工不能停顿嘛，就是要连续的灌浆或者是浇制的一个作业。是，那可是我们也要去考虑到，当然就是说这个工期进度跟劳工的权益要兼顾哈，那我们也要维持业界的一个平衡了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公共工程委员会就是说要针对各界哈，反映的问题，然后好好的提出一个因应的一个对策。是，谢谢陈委员。我们对劳工的这个保障有很多面向来做处理，除了一例一休以外，包括这个劳工薪资的保障哈，包括采用最有利标给厂商合理的利润啊，这一部分将来会影响到我们劳工所有薪资的这些所得。好，那另外我再请教，就是说主委上任之后，当然有很多比较新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哈，是值得肯定的哈。那在今天您的这个业务报告第十页里面，你有提到就是说建构公共工程创新产品的交流平台。好，那你是希望你的构想就是说建构机关跟厂商间公平公开的交流机制，鼓励机关跟厂商进行交流哈，然后进而在公共工程采用创新产品，让人民可以享受更先进更优质的公共品质哈。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了哈，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因为主委也是就是这个是专业的背景嘛哈，在工程界你应该也很清楚。那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也都有反映，就是说在工程界的朋友哈，他们反映说，其实在政府发包的很多标案里面哈，过去就是常常会有透过这个用这个产品啊指定材料来绑标这种状况。好，指定材料你知道，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在某一项材料的时候，它就是限定就是要某一个厂牌或者是某一个公司出品的一个材料，好，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是蛮普遍的了哈。那当然你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有的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公司哈，在推销它产品的时候没有管道，所以你这样子是开放厂商哈，有一个能够
推销他们产品的一个平台哈。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怎样去防止或者是杜绝说透过设计的这个阶段去绑标的这样子的一个弊端？是，那谢谢陈委员。这个在规划设计到花苞施工中间有一个公开阅览，所以他要去做不当的限制绑标，其实不容易哈。但是在我们前端这一部分，现在很多工程的材料设备技术工啊，它有开创性的一些研发或者做法，事实上它不得其门而入，也就是说它在这些研发的这个厂商，它没有办法介绍给我们国内所有运用在公共工程的这一些采购机关。那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平台，不要说用透过任何关系然后才做简报哈，才去做说明，事实上是浪费很多时间。那就是说，所谓的开创性的产品，它如果是无可替代性的话，那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如果说就是设计要用这样的产品，那我们有什么因应的做法？对，我们现在公共工程这个使用的这一些材料设备，它是以功能跟效益为主。好，那你如果说里面有特别的规格、有专利，专利是在保护它自己的产品的，其实跟这个无关。好，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通常在整个配套里面都不会有产生很大的问题，不会。对，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如果说在采用低价标招标的状况之下，哈，一般为了要压低成本，哈，就是说他们采用创新产品的这种机会就比较低嘛。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应该还是就是说，最有利标才有可能是用这种模式。对，这个开创性的产品通常在市场上的能见度都很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产销这个整个行销的费用其实也都几乎没有。我们就特别鼓励我们所有这个轻创产品或者有开创性的这个材料设备技术工法，利用这个平台，我们帮他介绍，让所有的机关能够与时俱进，知道现在在全世界的市场、国内的市场有哪些先进的产品。那当然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你要去采用，当然要符合我们相关的规定。是好，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哈，产品创新产品的教育平台哈，这样子的做法是蛮好的了哈。可是就是说在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就是说要怎样去避免好这个得标，因为我们是先开设计标嘛哈，设计标之后再开价格标，那要避免说得标的厂商得标之后，可是他对于这个材料他可能取得不易的这种状况下，或者价格过高而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困难度哈，你们可能也要去有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好，因应的做法哈，谢谢。谢谢陈委员。请徐真委员发言。主席好，麻烦请我们的吴主委。请吴主委。徐委员好。哎，主委好。我看到您这一次的报告书哈，有将这个本席哦关心的这个国杀国用的部分哈，以及我们砂石在推动我们砂石的生产履历的部分，哦，有琢磨在这个59页的部分哦。不过我们针对这个砂石履历的部分哦，我们这个您是要从106年到109年才建制完成哦。这本席希望我们这个进度能加快，在106年就把它建制完成，好吗？好，所以我们来加速了。是，好，谢谢。那另外呢，有关于国砂国用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现在经济部哦还是开放18%，好，哦，这个进口砂嘛，但是进口砂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个海砂的部分哦，所以我们在59页的部分，避免公共工程误用海砂本会管理做管制作业的部分。其实既然我们都知道误用海砂是不好的，那您如何在去氯离子的部分，或是如何在加工的部分，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劣质砂。那国有的砂，无论是您跟矿务局、经济部或水利署调查国有的砂，都一定国产国用国砂一定够用。所以在这里本席也不断的推动，也希望我们工程会在推动精进我们国家公共工程的品质的同时，在
公共工程请用国砂的部分加以这个推动，不晓得这个部分，这个我们主委是不是能落实，让我们的国砂国用用在我们的公共工程里面，让我们的公共工程的品质良好，而且可长可久。是，谢谢徐委员哈。是，这个我们采用国内建材，国砂国用，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现在的进口砂有一定的比例，它是调节价格使用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您说调节价格啊，这个进口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您在四十七页有讲哦，花莲的砂石都以当地内需为主。其实花莲的砂石口碑算是这个台湾第一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只是内需？其实这是一个误导。因为我们要运到西部啊，东沙西运的时候，我们的成本增加了，所以没有办法跟进口沙这个竞争啊，所以只好大家都没有办法运出去了嘛。对，好，所以在这里，好，这个本席还是要这个提醒一下诸位，花莲沙不是只在我们花莲县内这个境内使用，而是希望我们能成为这个公共建设最好的这个材料，好吗？对，谢谢陈徐委员。这个未来在4到8年的国家前瞻基础建设，将来的公共建设量可能会增加很多。是，所以这一部分包括未来的东沙东用、东沙北运等等，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好，那另外在南部、中南部这边，它原来的砂源就蛮稳定的。对，好，那就希望国沙国用，好吗？好，那另外我们来检视一下105年灾后复建的部分哦。这个灾后复建的部分，这个花莲县政府提报是6.4亿哦，但是我们这个中央核定哈、哦、才2.9亿，好、哦，这个真的核定的金额非常非常的低哦。以及我们以花64或者是193来看，花64我们报的是9200多万，但是核的是2100多万哦。我们看看这个花64，其实这个部分。这个交通部长也去了，我们工程会也去了，所有的各业管的单位都去了。我们要做上边坡、下边坡排水路基，所以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落差太大了。哦、以我们这个7.5K 这里，县政府报的是3815万，我们核200万，这个200万，哦、以及我们这个真的落差太大，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工程会？是不是可以给予地方乡公所或县政府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和协助？为什么地方的这个核爆的时候，我们却不到30%到40%？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吗？哎，跟新闻报告哈，他这个64线的7K500这边，它是原来这个灾害的这个规模约3800万。那现在框列的200万是先办理钻探调查以及规划，是，这是钻探调查。那我们这个点我了解。那下一个点呢？下一个点，下一个510万，您核的是38万，这是一个崩落的一个天坑啊，将近两公尺2米深，而且它的这个边坡的部分啊，那个边坡整个是一个窗口，所有的土石通流下去了。那您边坡不做吗？38万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以这样子来说，是不是我们工程会啊？对，是不是可以再检讨一下？还是这个工程就让我们工程会来规划、来发包好了？我们这样做不下去。另外我们在讲哈，这个193的部分，对，193的部分哦。这个工程是非常非常浩大的，估的是7000多万。上面上边坡的部分是我们林务局的，涉及到林班部林班地上面还有人，所以我们审议委员去的时候说啊，这个林务局来做好。下面的是九合局的，属于这个堤防的部分，他说九合局来做。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做路基，只做路基，但是问题是这是严重走山。而且侧沟还整个滑下来1米深，所以这个落差太大了。我们不能说只治标而不治本啊！我今天现在把这个坑填满了，但是我的上边坡我还是一样走山呢、啊。所以是不是在事权合一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本来县府的规划是7000多万，全部连上边坡、下边坡合堤通通弄到好？
那现在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专案来讨论好不好？好，以我们六十四和这个一九三的部分，我们专案来规划，我们如何让这个不是只是治标，不要让今年的台风哇，这些刚修复的又通通冲掉。本席来跟您看一下好了，来下一页，您来看，这个就是因为乡亲等不到我们公部门核定经费。然后呢，自己去做，这是一条农路，哦，您知道吗？十月份我们的台风，十一月份啊，因为这是山岭福德庙，常常有人要进进出出啊，香客这个香火鼎盛，所以呢，民间集资去做，花了三十万，您知道用了几天吗？三天，又崩下去了，三天，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治标而已，这就是治标而已。第一个排水没做，第二个路桩打得不够，第三个边坡。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治本的动作，而不是只是治标。如果治标以后，每一年的灾损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国家花的钱会越来越多。我们何不一次就治本把它做好？是不是这样？所以县政府的这个报才会报六点多亿，六点多亿还包含了花莲属于偏乡，我们必须要有运输成本，还有劳工的成本的进驻。但是我们工程会似乎只看到啊，我现在只要做这个地方，而且我只要把它这个美化一下就好，这个不是一个做事处理的态度。我相信这个我们主委，您对于事情积极认识。也这么专注在我们的工程里面，是不是在这里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治本的动作，所有把我们所有的灾损呢再检视一次，我们如何去让这条路做得更好，可长可久，让大家安安心心进出平安，可以吗？是，哎，谢谢我们徐委员哈。徐委员刚刚讲非常有道理，因为如果一个道路的边坡一再的崩塌，每几年就崩塌一次，可见它的水土保持还有这个山上的这个导水，包括边坡的安定，其实是有问题的。是，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愿意哈，这个请我们的技术处啊，就这一个部分做专案的检讨。那检讨之后，也许就分工，有的可能是涉及到农委会的水土保持局、林务局，或者是交通部的哈，这个公路总局等等，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就全部哈来做一些检视，然后协助我们这个整个六十四线。将来在灾损重建之后，能够有比较安定的、安全的使用。是花六十四和一九三，好吧？是是。那另外，但是是不是可以让它整个统合起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各做各的，可以吗？啊，是是，这个我们愿意来协助哈。是，好，谢谢。因为这个汛期又要到了，是，所以这个大家出入的平安还是需要兼顾的。好，谢谢主委，谢谢。谢谢徐委。好。接着请。钟嘉宾委员发言。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媒体记者女士先生、会场工作同仁，大家午安。那么有请主委，请主委请。钟委员好，主委好。那我很快的哈。你们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我抓了三个我的重点，其实这些长期以来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包括您在业务报告的第三点提到要鼓励机关灵活善用采购策略，采用最有利标啊，是没有错吧？没有错。那另外呢，您也提到配合新南向政策，要协助工程产业拓展海外市场。那当然呢，在第十一项当中，你要列管闲置的公共设施活化的情况以及协助活化的措施。好。那么诸位您看一下哈，在你的面前有个荧幕啦哈，都把你列出来了。工程会的执掌当中，为了提升工程产业国际竞争力方案，要配合新南向政策，协助工程产业拓展海外市场，要协助中小企业成立国家队，是不是这样？对，我们这个队是一个虚拟的。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说一个方向了哈。那为了健全公共工程的品质管理制度，要在列管闲置公共设施活化的情况及协助活化的措施，刚刚讲过了。好，那我是认为呢，你们要加强专案管理跟减少文字管。那至于办理政府公共工程计划及经费的审议，
那你这里呢，我们要以心力为原则来继续推动最有利的标。那接下来我就一项一项来请教哈。那包括诸位，我们行政院六大产业的国家队啊，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你认为工程会会比较 focus 在哪一个方面，是作为你可以来协助的？现在南向十八个国家，其实它的，我不是讲国家，我是讲产业类别啊。产业类别，我们现在有轨道运输、智慧运输、水资源，还有原能源建设、环保，包括石化、钢铁、整厂输出。另外一个就是园区的开发。哇，那你都很熟悉，但是我这里看来看去，好像只有一个离岸风机的国家队是比较是属于跟工程会业务有关的。你看一下我在荧幕上所秀出来的哈，包括半导体国家队、农业行销国家队、影视产业国家队。好，物联网的国家队、软体有机发光二极体、好显示器的国家队，那只有一个离岸风电，好吧？那就这几个来讲，你觉得跟你有关的是我圈起来这一个吗？我们现在工程会扮演的角色就是凝聚我们国内的这个营造厂商，包括它的横向、纵向的联系。营造厂商，啊、对，就是到新南向国家去帮助他们的交通、公共基础建设，包括技术服务这一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因此呢，择定产业组建南向的台湾队，这里面有一些策略跟挑战和我们的板块，大概这里我就不再一一的叙述了哈。那么这也是我们工程会也在思考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哈。那目前呢，我们在研提驻外单位收集工程商机标准作业流程，这是不是工程会您目前所做的事情？是这个，这是我们那个会诊出来的。好，现有的机制对不对？是外交部啦、经济部驻外单位啦，执行现况呢，发现说呢，我们要备标时间短，为了要提早预警啊、那么这个建制的网站呢，我们有哪些类别、哪些笔数？那这些呢，上传的呢，比较是以新加坡跟洛杉矶，所以你希望在增加对目标国家收集商情资讯，要提供建商呢商情的摘要。那工程产业要全球化呢，你有个专案办公室要汇总，然后呢，你要提供一些策略，是不是这样？对，好，那具体作为，我告诉你，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的公共工程电子报啊，上一次更新是104年4月1号，是因为愚人节的关系吗？你们公共工程电子报，我看到的很久没更新了、你们做了那么多事情，结果最重要的来啊，怎么样？现在我们的那个同事告诉我说，这个工程电子报现在是没有在这个已经废止了。对，然后你们有别的网页？啊？是怎样？还在筹备当中，啊，旧版的终止使用，新版的还没出来，所以我们钞票现在用改用硬币，是这样。包伟，我们把这个资讯后来转到脸书去了。哦，转到脸书去了啊，那我一时不查，我应该去看脸书的哈。那么下次显然我跟其他的海外有意的厂商需要去看你们脸书，那这个部分呢，我往下继续看哈。那这个里面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海外工程、国家工程的商机啊，更新到去年的11月，多久更新一次？这个呢？随时都更新，那可能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哈，我的网络上我在地法院查不到你们最新的更新资料。好，这个后续你们再提供给我，我相信应该是我助理的疏失了哈，应该不是主委的疏失。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既然如此呢，我们行政院列管的蚊子馆呢有这些了哈。那么请问一下主委，那你们怎么样去定义蚊子馆？怎么样去防止它继续发生？当然不能完全杜绝了，因为任何的工程一定有少数几个好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效果的嘛。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对，这个我们这个闲置空间或者是低度使用空间，这个是有定义的哈。那这个各县市哈、各主管管理单位，他们依照我们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定义，他们提报。好，来我们看一下，我看到的哈是你们下一个哈有在做预算执行率的管控了哈、就是你们在1亿元以上的呢，你们也去做一些管控了、但是我是觉得呢，如果只是按照执行率的话，那刚好就是蚊子馆的来源。因为蚊子馆就是盖好了执行了，但是没有效益嘛，所以要的不是看执行率，要的应该看下一个，就是你们的专案管理好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是觉得呢，这个图啊，供你们参考一下，是不是未来是不是加强辅导各公共工程主办单位去落实专案管理，而不是到后来你们工程会只是看你的金额大小、你的执行率的结果来判定。蚊子馆就是已经执行率完成了，没有效益才要蚊子馆了哈，好不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接下来马上请教您哈。就是包括我们所关心的很多社福团体，我在总咨询上个会期有问过，这些劳务采购没有办法论斤论两。那主要的原因在于说，我们的最有利标的采行啊，通常都被规格化，就是在基层公务机关，大家在办理标案的时候，都希望是比较规格化、量化的方式。那你认为我们这样怎么样推动最有利标呢？
对，这个有利标要配合各种不同的这个采购太阳去进行了、啊。那这个当然基层的同仁有时候他们会节省时间嘛，他们会标准化。好，不过我们在刚刚我们中委员特别提醒了，有很多重要的事项，其实我们要给他做一些。我过去好在地方政府担任的工作就是圈选评选委员，从我们工程会的人才资料库里面，但是我看来看去啊，第一个南部就是比较少，第二个呢有些类别就比较局限，比较社会学科的就不容易找到。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名单重复都是那些老面孔，而且大部分都是学界。我请教一下，你知道目前我们请一个评审哈，给他多少出席费吗？评审费？2000块，这太少了。2000块太少，那你怎么知道？你们法律没有规定啊。嗯、对。我先跟你请教一下了哈，如果人家给你2000块，希望你好好审查，审查个2亿的案子，你会花时间吗？我才拿你2000块啊，所以只会有教授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对，这个目前也是有配套的改善。啊、配套在哪里？哦，有。那是不是会后可以给我，好不好？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审查会呢，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你们的改善机制嘛。那如果说为了2000块，他很认真的审，那人家会担心你别有所图啊。来了14家，一本要看2个小时，你愿意花28个小时认真审查，这样的委员居然只拿我2000块，我也难免怀疑说他是到底有没有别有居心，是不是？主委觉得这样不合理？对，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接下来我的主张了哈，就说推动最有利标，我们强化专业评审哈，除了建立人才库，网罗学界以外的业界人士之外，我是觉得呢，合理的审查机制给予合理的报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包括我们的工程当中啊，包括我们的设计建造费，它是根据工程费的一个百分比嘛，对不对？对，现在规划设计费用，我觉得在比起邻近世界各国来讲也偏低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检讨。所以呢，目前呢，推动最有利标，我们是不是说，包括这些钱呢、啊，你可以积极的啊？更具体的规范在你们，让我们办理招标业务的单位，他可以适度的编列必要的预算，去邀请专业评审来进行。工程会可不可以做一些指导？可以啊，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个评审委员的这个资料库，其实现在要更新啊、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鼓励我们所有的采购机关善用他们自己试任的这个评审委员。那评审的费用呢？评审费用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按字或者是按篇哦来核实算，这个还是要有规范。按字按篇，按你以为他们是在写论文投稿吗？我们这没有办法。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评审一个数亿的案子，结果我没有办法相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工程建造设计要必须跟工程会去做一个比例？对，对不对？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报酬你要怎么样去界定？当然，我们有一个标准，他们可以加码，哦，这个是我们各采购机关可以处理。好，那我希望说这里面呢，应该有更落实的，让我们的专业评审可以协助。因为如果说主办机关他不敢相信评审是合理的进行评审，他当然不能采用最有利标嘛，对，对不对？好不 好？那就拜托主委。好，谢谢。好，谢谢。那给我一个答复。好，谢谢。请简东明委员发言。主席、与会人员啊、有请主委，请吴主委。委员好。主委你好。观光建设委员会啊、其实啊、你们所扮演的角色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大小小的工程啊、是否能够顺利哈、我想你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现在我先请教一下哈，去年莫兰蒂台风啊所造成的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灾情哦，这个是延平乡的红叶村跟大武乡的爱国埔，我想这可能是副主委比较熟悉了哈、副主委在不在？我来请教副主委好了。好，那个主委，那个好，就麻烦你们那个严路主委。副主委，你八八水灾的时候，你是担任什么工作？我起先是基础建设处的处长。处长。嗯。啊，然后呢？然后后来，升摩纳克重建委员的组织秘书。对，八八水灾的时候，我想因为灾情都在中南部。是的。都是在我的地区了。是的，我们。我经常看到副主委。给你指导很多。当时我们都是共同在。打拼在努力来做救灾的工作，我想这个工作在对你来讲应该是驾轻就熟了。是，我们在会里面有一个协助重建
那个爱国埔及红叶村的工作小组。所以这个比那个八八水灾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是小儿科了。是规模比较小啊，但是目前的才100户左右。目前的进度，我看着里面整个主导应该都是副主委嘛。是的，那其实是在我们主委的指导之下，主委每个礼拜都会有关心。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跟经验的话，主委当然非常放心了、啊。啊，把其实主委非常关心，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啊，现在进度怎么样？现在是最主要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莫拉克重建条例，但是我们应用的是灾荒法里面的这个重建。那么这个重建里面当然碰到一些法规用地取得会这个程序会比较冗长，但是就透过我们工程会的专案平台来协助，那么已经开了5次的平台会议，这专案平台是跨部会之间的问题我们都做了投诉的解决。这专案平台就是你们工程会在主导在主导嘛、是的。我看你们是前面召开了4次，已经召开5次了吗？5次了。你们4次的专案会议，我看都是蛮积极的了哈，蛮密集的。但是我看进度到现在不是很好。可以跟委员报告哈，一些都市计划行政处理，大部分还有环评，大部分都已经解决了。那么大概现在工程也进行发包中。那么大概在3月底，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动工的条件啊。我们期待的是，台东县政府跟各部会能够相互来积极努力来负责。那么期待是在4月初，希望能真的能够有所启动，整个实际的。对，你们原来预计是2月底啊，叫动工啊。是没有错，但是刚好又中间又碰到了一个过年了哈，所以时间会还有一些行政都市计划也要一个正常程序要去。所以你们在专案会议的时候所报告的这些时间点哈，是的，我想哈，你们自己应该要能够推算。当然，报告是2月底动工，现在刚才副主任也说3月底，也希望说搞不好3月底还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期，应该很有希望啊，很有希望了哈。我们希望说，我们希望在3月底、4月初，因为能够莫拉蒂这个台风到现在也是一段时间了。跟委员报告，我所说3月底、4月初有动工的条件，那么接下来厂商进场是之后可能动员时间了哈，动工会有差了几天呐因为动工之后你要完工还有一段时间呢。对对对，选择良辰吉日会，我们会尽量来提早。比八八水灾哈所造成的，真的是小儿科。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进度，好像比那个困难多了。是的，是有没有特别条例的规范哈授权呢？是，当然是在处理的程序上会比较多的冗长的程序啦。但是经过一个工作小组，还有我们的工程会平台。那么整合各部会之间的互相帮忙，已经快很多了。我看你们整合，我大概有10个单位啊。对对对，已经快很多了。接近10个单位，真的非常非常繁杂啊。是的，所以各部会感谢他们他们都非常的配合。好，下午再请教那个副主委，确定开工时间，你们大概一定什么时候？因为厂商现在在发包中，没有厂商，我没办法去敲定这个什么时候能够确定决标。公告已经公告上网了所以这个是可以预计的未来，很快的未来。当地灾民已经期待很久了啦。是的，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我想副主委也非常熟悉了，是非常了解。你去看了几次？我去看了3次，2次到3次。主委有没有去看过？主委？主委有到台东去，有去看过有到现场看过吗？这个现场我也看过2次了。对，你们都去看过，但是我想，碍于很多很多这种法令影响了这个进度。对，现在跟政委报告，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现在就公告上网。那所以说，我们是3月底完成这个动工的准备当然误差可能有几天，但是4月初，其实4月上旬动工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期程了。这个是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所以是现在目前就是四月了哈，因为你们定的是二月底，刚刚啊严部长说三月底，现在就是四月，我看应该四月是比较准确了，嗯，所以你们要讲的就是要比较确定的一个时段呢、啊，对，不要让老百姓啊那些那灾民一再在那边期待，对，现在土地的检讨变更哈、哦、取得，还有灾民的沟通，这个都很重要，对啊，啊、标了之后能不能标到啊，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对，这个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标的工程啊，嗯，啊，尤其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啊，应该要充分的去掌握。我们会邀请有能力履约的厂商了、啊。那希望这个灾民在今年的过年啊，有一个新家啊，可以过年。像一再流标了，或者是厂商了、有很多的工程流标了啊，标到了厂商，中途又啊又不继续施工了，嗯，啊，所以我想像这样比较特殊的哈、哦，在这里具体的建议。啊，工程比较有特殊性的，应该要调整一下，啊，这个相关的预算，嗯，好，应该要调整，而且它的那个招标的文件应该要，啊，做一个考量啊。这个我们会留意啊，我们尤其是在原住民地区哈、啊，是，在原住民地区很多的这个标案呐、啊，啊，工程标案标了几次都这标不出去，对，啊，纵然是标出去了，我想，啊，后来的这种工程的施工哦，都是有问题的。啊，像啊、有一些啊、比较大的工程，金门大桥，大家都一再提啊，啊，还有这个，我上一次也提到了，花莲火车站跟台东火车站，是，那种小工程，既然会延宕这么久，这个都是有问题的。你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哦，啊，应该是要啊、要特别啊、重视这样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爱国埔跟红叶的永续社区，我们会严格的管理品质，包括进度，是。对，品质跟进度，包括在招标的过程当中啊，希望我们工程委员会能够特别的重视。是，啊、谢谢经委。请李宏经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有请诸位，请吴诸位。立委好。诸位好，我想今天也好，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针对这个有利标、最低标啊，其实已经讲了，我所了解，像我进了立法院讲到现在，至少我的话，至少十七年。那究竟最低标、有利标，到最后都还是没有一个定案。那它的核心问题大概就是有两个哦，这个我也之前也跟主委提过嘛。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施工的它的能力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价钱的，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问题？那施工的能力，我想，在判断上面来讲，只要看他的履历，看他的经验值，还有各方面，其实比较好判断。那价钱上的话，其实来讲就有它的一定的难度。那公共工程委员会呢，其实讲真的，就是人力上面啊，真的有很大的落差，要扛负的责任又那么多。那如何来确定一个真正是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这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难度。那时候我记得我也跟主委提过，其实公共工程委员会应该要跟上层去反映，如果要落实有利标的话，就必须要把握住掌握住真正合理的价钱。那这个合理的价钱怎么去掌握？我们一般哦，在工程界的话，就是说私人的企业也是一样，你找建筑师设计，哦，我想一般建筑物，那建筑师设计出来以后，建筑师会抓了一个大概的预算金额，可是这预算金额其实也不是很准确，然后投标厂商他会多找几家，那多找几家这个投标厂商，厂商就针对这个工程案件去预算他的整个的营造经费，
然后出来以后，然后你再来决定要哪一家，一般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方向。那可是，在一般的工程，比较小的工程，其实这个都好谈。可是当你是一个巨额工程的时候，啊，这个落差就会很大，对不对？一个几百亿的工程的话，其实一个落差的话，几十亿都会跑得出来。那特别是土木工程，它的因为它的工程量很大，哦，所以这个就很难去拿捏，很难去估算。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应该针对这个估算部门，应该是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预算专门的估算部门，应该要成立这个部门，你才有办法去掌控所谓的有利表。那你如果这个估算部门没有这样子的人力跟这样的能力去组成这个部门的话，你口头上讲有利标，你还是要去信任人家报上来的价钱，那你怎么知道它叫有利标啊？诸位，你觉得呢？对，我觉得刚刚李委员提到这个非常有道理啊。当然现在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库了，不过这个是不太够了。基本的资料库它只是针对单价，对对，那这个单价是反映在每期的单价它上面的一个变动。对，可是真正的话，我打个比方好了嘛，机场捷运就好了。机场捷运结果它整个过程里面，你说它是有利标吗？你说它是最低标吗？结果到现在争议不断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主管机关有没有能力去掌握住它真正的它的大概合理的价位是在定位在什么地方？这才是重点嘛。你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定定所谓的有利标。你即使召开委员会，这些委员、这些教授、这些人过来，他能够去审出合理的价格吗？审不出来的啦，他只能针对这一家厂商的能力做一个判断，这个 OK， 这个不难。可是这个价钱合不合理？你没有去经过一个程度的一个估算的话，你怎么去抓得出它叫做合理？对对，是不是？是。所以这个就是核心问题嘛。所以我们长期这一二十年来一直在讲有利标有利标，你没有去把这个问题去把它凸显出来的话，有利标到最后还是变成图利嘛。啊，不然就是说你抓不住它的真正的该有的基本的价位的定位在什么地方嘛。那我们一般的话，以前的话，民间厂商他就是什么，找四家找五家，然后他们投标出来的金额，然后跟建筑师的预算的金额去做一个平衡，然后去拿捏出一个他真正的成本金额。哦，这个是一般比较常见的。可是我们的巨大工程里面，你会出来投标的是会有几家，那这个出来的价格会是什么样的定位，你就很难去拿捏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主委你要去突破的是这个的问题。啊，要突破这个问题，你就必须要去成立一个非常专业的公务部门。啊，这个公务部门针对预算的估算要有非常厉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扮演这样的角色，你才有办法去实施你的有利标嘛。哦，所以你应该跟行政院要去反映，跟交通部不跟行政院要去反映，要走这条路的话。公共工程委员会既有的编制绝对做不到啊，纸上谈兵而已啊，诸位。对，对，对不对？对，谢谢李委员，我们愿意朝这方面来努力。我觉得刚刚李委员讲的很有道理。一般传统性的工程当然比较没问题，但是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啦、关键的材料啦，或者是它可能用的这个精位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个东西都要有一个非常精细的核算，才有办法去反映我们未来的工程造价。嗯，好，那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这边人力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些如何来充实，我们愿意来检讨。那没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我们院里面做一些反映。你要走这一条路，如果你这个方向你不去建构起来的话，到最后还是白纸一片，还是到最后还是空谈嘛，你还是做不到嘛，好不好？这个就像机场捷运，你要说如果用机场捷运，我打个比方，用它来做有利标，丸红是一家大公司，世界级的大公司，可是它是一家贸易商，
那他怎么可以去拿这个标？然后拿到这个标以后，他这个价钱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价钱？你无从算起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过程里面，你的土建跟机电，你把它拆开来，那这个都是从它的程序上面都有它的非常大的瑕疵啊。那这个非常大的瑕疵里面，你不能单纯一个有利标就可以解决，不是一个所有的都可以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必须，你们公工程委员会，特别是主委，你必须要针对未来，针对特别是巨大巨额发包的巨大工程的这个部分，要从这个角落用以前的教训去把它修正出我们该有的基本的未来的走向，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从你的报告里面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真正没有去抓到它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出来，那所以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好好的做它的修正，好不好，诸位？好，谢谢立委，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是，好，好，谢谢。请吴思瑶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好，有请我们辛苦的吴主委。啊，请吴主委。吴委员好。啊，主委还有我们工程会的团队，大家都辛苦了。刚刚前一位李鸿钧委员说，我们要改革采购制度，提升最有利标，他谈了17年。其实我虽然进入立法院一年，但是我这一年来，我为我们的民间的采购法的修正版本，我付出甚多。我想主委非常清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主委，我绝对没有怀疑您推动改革采购制度的决心跟意志，但是欠的东风是什么？第一个，我认为欠的就是整个内阁团队的凝聚力、意志力、执行力。简单讲，你欠的东风是内阁对你的绝对支持。下一页，你开了第一枪，一片叫好。我个人在脸书里头论述的采购法的改革，我个人对于林权内阁所有的部会长官，我给出最多的赞就是给吴鸿谋主委。我到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您开了这一枪。下一页，但是呢，频频宣誓，一再宣誓，样样像像，铿锵有力。您说我们到2020年前要逐步把最有利标提升到50%，我支持。你说我们要非常进步，我们要公开评审委员的名单，我更支持。您说我们要给我们的承办同仁最多的专业 support， release 掉他很多的压力，所以在巨额采购的前端你要设置一个审议小组，我支持。您更说跟修法无涉的，我们在行政作为上来提升我们的设计费率，跟国际接轨，来提升台湾公共建设品质的竞争力，我大大支持，我每一项都支持。但是我不要看到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都在原地踏步，纸上谈兵。下一页，我非常严肃地说，我今天不跟你讲实质内容，我跟你讲程序，我跟你讲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没有被排入行政院改革的重要的 agenda。采购相关的制度要改革，采购的文化要重整，采购法的修正应该是行政院的优先法案。为什么到现在第三个会期了，没有没有没有？诸位，内阁不给你支持吗？你有没有大力争取？为什么当我看到行政院这么多的优先法案都很重要，但是采购改革不重要吗？为什么没有列入优先法案？请回应。是，谢谢吴委员。我们这个在改革的部分呢，即使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在落实跟进度相关的配套做了非常多，好，这个可以提供资料给吴委员。好，但是这个母法的修正这一部分，当然有几个条文是各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我们需要时间整合。好，那要有耐心。需要时间整合，要有耐心。下一页，主委我也支持。采购法的修法真的是命运多舛，我同意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但是改革的启动绝对需要一鼓作气。您从5月20日的上任，您宣誓了，开了第一枪，然后在7月27日工程会很努力的第一次公告你的修正法案，到现在已经公告了2次，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当
当然你们也很努力的跟立法院的立法的这个协调小组有做讨论，但是到现在我认为一个真的不能一步到位，但总不能永远在等待。您告诉我，我们的版本的采购法什么时候可以出行政院院会送到立法院？是我们现在的版本哦，已经整合各界的意见哈、哦，大致完成哈、哦。所以这一部分包括我们立法院有很多委员的意见，我们有沟通。那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这个政策小组这边的沟通之后，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大概会是什么时候？这个会期可不可能就是您有没有信心这个会期把它排审或是审过？我们原来预定就是这个会期啊，就是这个会期要把它送到我们立法院啊。不过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事实上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个会期内送立法院，我更希望，我也恳求主席，我们希望这个会期就能够具体实质的审议。好，下一页。确实要扩大沟通，你们也一再精进版本，但是在我看来，条文的从多到少，25条到13条，到底是好事多磨越来越好，还是夜长梦多越来越妥协退让？下一页，部长、主委，25条到13条，我真的同意不能一步到位，有些是行政措施来做，我真的支持，但是我要在这里再重申，有几点不能退让。今天也通过了一个临时提案。采购法、采购文化要改革，天哪！拜托，我们不能够妥协的是，不要永远把防弊放第一，防弊不能永远在大于心理的这个价值。我认为不能退让的第二个是，厂商跟政府是 partnership， 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关系，不是对立关系，这个一定要打破，这也不能妥协。第三个，我们在公共建设的品质上，我们对于要鼓励创新、鼓励设计。所以这样子的价值也不能打折，我更要说要跟国际接轨，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整个采购文化，包括我们团队的专业度的提升，这都不能打折。所以，真的，今天妇女节，给我多一分钟，谢谢主席。这些不能妥协，我也希望你的版本是越来越进步，而不是倒退路。好，下一页。那我很快的跟你汇报，我从去年10月1号召开的产官学研的公听会到现在5个月过去了，背后这一群人都是你支持的力量。下一页，在我本人之下，我开了6次的民间修法研讨会，今天下午还有一次，交通委员会的郑运鹏委员、李坤泽委员、黄国书委员、钟嘉宾委员都会参与讨论，关键的讨论，而这当中也包括2次跟吴主委跟严副主委的行政立法的协调。我们其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下一页，我们的会议，这些人都是民间支持你的力量，该做的事勇敢去做。下一页，最后。我要说，来回到前页，年金改革重中之重，司法改革非常重要，高教改革也要启动，但是采购改革在我看来关乎台湾的竞争力、产业的竞争力，台湾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更有美感的国家，真的我们打铁趁热一鼓作气，真的一气呵成，虽然不能一步到位，但是这个意志是很重要的。主委，我再一次给您很大的支持的力量，我今天不是苛责，我是支持，我告诉你勇敢的去做，有这么多民间的战士部队等着你一声令下跟着你上战场。最后一页，所以我说修法不能再等，您刚说的这个会期送到立法院积极排审，也请我们主委、我们的招委协助。第二个，不能打折的这些进步性的价值跟国际接轨的新做法都不能打折，我也希望你能捍卫。那我也本人会大力的在内阁的总咨询上，我会也很努力的去争取内阁跨部会对您的支持。哈伯，拜托立即主帅。好，谢谢我们都准备好了刚刚的鼓励了，这个不会让吴委员失望，我们会积极来，不要让台湾失望。这样子啊，主委啊，主席这里做一个裁示啊，你这个会期如果赶得及的话送过来，我们一定排入议程好不好？一定要送，请那个主委加紧脚步，把这个你们行政院版的提出来，我们尽速的安排那个议程来审议。那又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就是我们的交通委员会的招委。好，谢谢，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好，谢谢主委。好，谢谢吴委员。好，谢谢。请下面请委员发言。
好，谢谢主席，请主委。蔡委员好。哎，主委好。我知道今天很多委员都在关心这个劳基法修正之后，工程界在反映这个有关一部分的公共工程进度是否会受到影响有关履约相关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你们工程会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公文也做了一些在日历天数上面在特定的一个资格限制条件之下的一些工程期限展延的可能性但是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有事先跟工程界有做意见的交换吗？有，这个跟报告，这个我们就是在去年到现在大概至少有五次的会议，就是跟那个所谓的营造同业工会相关的产业界这边有做一些沟通。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案你觉得大家可以接受吗？对，这个包括各县市他们都认同，我们才因为这个公文我们这边看到日期是3月7日，就昨天才定案的，是不是？对对对，所以现在也已经这个那、这个公告出去了嘛。对，当然这个内容是最大的公约数了，你不可能排除说个人的一些不同意见。 好，接下来这个去年在花东地区纷纷因为莫兰蒂或者是十月份马勒卡台风有许多的这个地方的灾害那从工程会这边的协助行政院也核定了一些对花莲县的灾后复建工程的经费，我这边数据是将近3亿元的经费总共140个案子是经过核定的。那这个近3亿的工程经费140个项目当中，在我们办公室跟工程会了解你们目前数据上2月底发包的件数是只有17件，完工的7件，这7件大部分都是一些学校的修复工程。但是许多的需求，包括一些连外道路包括甚至还有简易自来水，这些都涉及到严重民生生活必须的一些灾后的修复，但是至今至少在数据上看不到任何实际的进度甚至是书面上是还没有进行这个工程的发包。那我很担心我们中央的一个美意补助地方近3亿的这样的一个灾后重建工程的经费，但是目前实际执行的状况我们有没有做后续的追踪，到底是碰到什么困难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进度会这样严重的落后，在140个项目当中只发包了17件呢？是，谢谢萧委员。我们这个灾后重建，当然我们这边是负责审议审核，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执行非常重要，因为黄汛期在2个月就到了。是啊，我们就担心这个黄汛期，接下来6、7月台风期啊，对什么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会请我们的技术处会在协同我们像花莲县政府或者地方的、這個，是跟地方政府了解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做一些技术协助的。好，另外我要了解这是全国都这样子，还是只有花莲这个进度是比较落后的？一般花莲的进度并没有严重的落后了，就是一般因为他们从提报到核定，而且一般会灾损的通常都是比较麻烦的。对，好，我希望多给地方一些关心看我们这些修复工程能够尽速的来进行是有什么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那么另外东部其实非常关心的大型的工程大概就是苏花改正在进行中的工程，那过去也面临到一些障碍那我知道主委在去年年底有亲赴现场去了解实际工程的困难跟进度那我们对于在今年能够先做第一段的苏澳到东澳段的这个通车，那在108年以前能够这3段全部通车的期待是地方共同的要求那目前主委所了解的整个工程进度的状况是如何，是否能够回应地方的要求？对，刚刚那个我们委员所提到的没有错，我们在今年年底东澳到苏澳会通车，108年要全线，主委很有把握有把握，因为它这个里面最重要是涉及到文字保护，那这部分也排除了，也已经排除相关的障碍。对对，另外还有还有微调一些这个。所以主委就是108年通车的目标主委是相当有信心的。对对，我现在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请那边交通部要留意，在108年冬奥苏澳通车这个新旧道路的衔接，是这个车道的问题。这个是我和招委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对对，哦、他那个可能要非常友善的人性化的处理。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嗯，就是我们现在有诸多公共工程哦，在政府核定之后哦，嗯、但是这个地方资讯出去哦、产生一些地方对于公共工程它的必要性或者是它的规划产生一些疑虑哦、例如说对于它的生活、对于交通动线、对于地方的居民、嗯、可能会产生环境上面跟生活上面的影响，而让民众哦、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针对这些已经核定或者是经费已经通过的这些还需要多跟地方沟通的，对，或者是让地方意见能够纳入在各种滚动式的检讨的机制当中，如何去就像你们的工作报告所提哦，因应各界意见修正哦，这些公共工程还要让公平合理公共参与之建设环境能够塑造起来哦、嗯、那我们怎么确保这些可能在核定的过程当中资讯不够透明哦、民众参与度也不够哦、在做滚动式检讨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切的反映民意呢？是，这个我们当然现在透过我们包括刚刚讲的一些网站 APP 啊，全民督工很多方式都可以做，但是基本上如何主动去做一些服务也蛮重要的。就是不是只有靠外界的反应，对，而且我希望外界不是听听就好、嗯、哦，这个一定要有所回应哦。那如果因为过去曾经也常常发生这个公共工程做起来之后蚊子馆啦，或者是未必符合地方需求，甚至还要拆掉重建的状况哦，其实过去是是有的哦。那对于资源的浪费哦，也产生了大家对资源运用的疑虑。所以我是希望说，目前正在进行中或者是规划中的哦，如果说地方民意有不同的意见哦，是能够纳入重新检讨哦，是否有持续进行的必要，或者说是否需要就计划本身的内涵去进行重大的变革哦，有一个检讨的机制。是，这个谢谢肖委员，这个地方有正反意见，我们会特别留意它的功能跟效益啊、哦，我们来做一些检讨。好，谢谢。好，谢谢肖美琴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洪慈庸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赖瑞龙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黄秀芳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不在。何新群委员不在。钟孔少委员不在。蒋乃新委员不在。李义林委员不在。吴坤义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施一方委员发言。请吴主委。盛委员好。哎，主委好。那个昨天呢、啊？昨天有说到，因为劳动基准法的变动，所以整个劳动条件的改变，所以主委你的政治的敏感度还很高哈，所以在昨天呢、啊、就发布了那个处理的原则哈。那这个处理的原则里面，大概本席也很仔细的哈去把它看了一下。那其中有针对就是14天哦，那延展一天的部分，及管理会的部分，随着工期的展延跟
整个供给的总天数里面去做 2.5% 的这个调整。那针对这两个重点里面，主委认为这样已经合理的吗？这个所有的制度没有绝对合理的啊，但是我们是就是找寻最大的公约数。当然业界可能认为说这个供给要更多一点，好，那我们当然也参照我们主计总处相关单位的意见，好，最后我们给他做一个折中，大概是两天。那我要请问一下，就是现在的那个劳基法规定，假日哈工作一小时是计几个小时的加班呢？你说怎么样？工作一小时，假日工作一小时是计几小时的休加班呢？四小时。那我就本席就觉得纳闷哈，就是说超过了那个14哈除以14以后的那个小数点哈，既然是苛责到不计了，你认为这样合理吗？对，所以我刚刚跟司委员报告哈，其实我们在原来的这个核算，其实它是那一点多天，我们把它放到两天，就是一般来讲是属于比较从宽的处理。我想不要关在办公室里面哈，那个现在的那个劳基法规定7天要休息几天？七天它是一例一休嘛，一例一休要7天休息2天嘛。那传统的营造业里面哈，在7天的工作是休息几天？传统营造业我所知道的大概它。就是一个月是休假6天，休假6天，一个休假6天也有差2天呐、啊，对，差2天嘛，对。我想是这样子哈、嗯，就是说整个合理性里面，你把人家那个小数点砍除了，那个都是不合理的啦。对，你这个是要以酷吏的行为去对待这些营造业，营造业的经营已经很困难了、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应该再删除他们这些小数点的、啊、这些，连小数点都要计较哈，这是相当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不晓得主委会不会再做修正？啊，我们这个通函之后，我们会密切注意哈、哦，就是就我们业界这边到底它有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在采购机关跟我们这个营造产业这边，到底他们因为这个里面也充满了弹性。本席可以告诉你，业界也很不满意的，但是你是公部门做出来决定，他也没办法，对你也没办法。啊，是。但是对小数点你还把它砍除掉，那另外你在今天的报告里面重大工程的部分哈，我发现你没有把那个 T 三航厦列入你那个稽查的重点了，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三航站大厦，我们应该是会列入这个，我想这个是总统很关切的部分。是是，这个应该会列入哈，有列入啊，这个有。你是华行道的部分，那 T 三航厦整个从规划设计这一些都要列入，是不是说只有华行道的部分，劳基华行道的部分。我们今年那个列管的那个项目比去年多啊，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对 T 三航厦的列管、啊。这个恐怕这个资料我们再提供给市委，你没有补充进来，因为你我看到你整体的报告了很多，但是对 T 三航厦重点的管制里面你没有。那管制里面不是只有施工，在规划设计的延误会造成施工的延误。对，所以这个部分本席希望你在 T 三航厦的部分列入你重点工程的查核的部分。好，是，这可以吗？可以。那另外此外就是说在采购法的部分哈。当然了、啊，我有发现你今天的那个业务报告里面哈，你对业务的报告是相当的用心呐、啊，但是你不够细心呐、啊，因为对采购法的部分哈，本席在执行的时候执行的相当的多次，居然连一个字都没有列入，啊，你列入的部分是其他的部分，但是采购法这么重要的部分你竟然没有列入哈，那我想听一下哈，在去年的7月27号你提出了采购法的草案，那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对。灰燕版的部分是25条，后来你在去年的年底提出了11条，把所有业界想要的声音你都全部删掉了。那我不晓得你最近回去了以后有没有做任何的改善？我们25条变成11条或者12条，即使它是去芜存菁了，我们也没有把很多的条文里面的内容做删掉，因为它可能放在施行细则、放在办法准则或者是我们的采购契约了，这个是他看到放的位置比较适当，我们就这样放啊。所以这个基本的精神是没有改变，包括啊所谓的101的这个比例原则，包括我们这个有利标这方面的。在当时燕版的草案里面，你是还没有这一些公平的原则这一些、啊？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其实也跟业界保持联系嘛，那市委也有一些指导，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当然。未来的条文要越来越圆融，越来越成熟才对啊。我想本席要提醒你的，就是在一例一休的部分跟101采购法101条的部分、这个部分，本席不希望你说列入所谓的劳安职灾以后你再受停遣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要详细的考量，因为整个
劳安职灾已经在刑法、民法或者职灾的这些法令相关的法令已经规定的相当的严格了。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很多优秀的厂商，他承揽的大型的工程，也许不是他个人这个公司的不注意，是因为劳工的不注意等等的问题，而造成他产生的灾害，你又要去停权一个很优秀的厂商，你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跟思维呢做个说明了。其实刚刚你关心的这个，我们在101这边草案加进来，现在又把它拿掉，拿掉也不是全部拿掉，另外一个条文做宣示性的条文，因为毕竟这个劳安是很重要的。好，但是101这一部分呢，这个停权就没有。好，本席再提醒你，你就是这个采购还要送出来的时候，希望能够在送出以前跟业界多多的沟通，这样可以吗？对，这个送出来我们会跟我们关心的委员再做一些说明，然后另外跟业界也会再做一个沟通嘛。好，谢谢。好，谢谢。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今天登记执行委员经理发言完毕。委员洪慈庸、徐真卫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有令告你啊，你不在的。哎呀，跳过去，不是跳过去，你无来了，你跳过去。点过，就是改天再来啦。卖庙我庙个啦，好你主持人，我讲约你个，来。别。好，我们就是请邱志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有请主委。好，请吴主委备询。邱委员好。主委，请教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重大公共工程的列管啊，现在是工程会在列管，还有国发会列管嘛，哈。那工程会跟国发会列管的分工是如何分工？我们工程委员会实际执行的工程、在建工程，我们列管，就是包括一眼以上的，这我们列管。那另外国发会那边是在审议阶段，如果有一些工程技术可行性的部分，我们会会同他审查。那金额呢？金额有没有区分？就几亿以上的金额的公共工程是由金额如果在审议的部分，像交通工程是10亿元以上。那一般的工程是5000万元以上啊，这个还是有一些金额的这个限制的，好，但是实际的工程的这个进度列管，还有品质的查核，这个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业务。对，我为什么请主席再给我这个几分钟哈？最主要我看你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这个闲置公共设施活化哈，第一名的列管案件金额最高的就是新达港。71亿，那新达港这个问题是存在20-30年的问题，对，从它过去的定位到转型，那这个部分该如何去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这个治标又治本的解决啊？这个部分你们是列管案件的第一名，金额最高的，那工程会到底针对新达港未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是。啊，谢谢邱委员。新达港本身，其实在邱委员哦，还有我们陈市长的努力之下，其实有一部分已经不是闲置的设施跟空间了。不过因为它面积太大，所以未来可能在我们现在也有在提议，包括风力发电的基座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就是以整个园区能够有一部分能够提供出来针对我们地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业产业这一部分能够有一些帮助。其实我想主委您也在高雄市政府服务过，您对那个海洋这个新达港的状况非常清楚嘛，哈。对，是。近海泊区跟远洋泊区对是不同的规划。是。近海泊区是朝向娱乐或者休闲这个游艇港码头的规划，但是迟迟没有建设。对。你这基本的这个游艇码头没有批建。那你游艇产业根本没办法进来嘛？对对。好，你游艇没办法停靠，就没有相关的这个整补的这个设备跟需求嘛？好，所以这部分我请这个主委能够协助啊，协同交通部观光局啊，或者是这个渔业署，赶快在近海泊区把它
辟建成一个比较完整、具有功能性的这个休闲啊、这个游艇港码头，是让除了在南高雄啊，南高雄这个在这个亚洲新湾区有一个小型的游艇港码头之外，就北高雄也需要一座哈、哦，我就应该。这个码头游艇港码头应该是遍地开花，你到欧洲，你到美国、嗯、一个小港口就是把它辟建成一个这个游艇港码头，所有的这个游艇都停进来。一方面啊、这个标榜我们是这个一个是水岸城市，一个是海洋国家，一方面也能扶持这个所谓游艇港游艇产业的发展嘛、嗯、所以你没有一个基本的设施，没有基本的公共建设，在那边有一个停泊的码头，它根本没有办法去生根茁壮哈，所以近海泊区的部分，再麻烦这个主委能够多关注哈。那另外远洋泊区现在另外一个吴政委，他主持一个会议，要开辟什么这个海洋科技园区，要引力这个风力发电，哈，要很多这个相关的海洋的科技，这个部分有经过工程会的这个审核吗？哦，现在是还没有，不过他有征询我的意见。啊，这个案子。到底可行性，对这个案子怎么来的，对这个我还觉得我完全都没有跟地方上有沟通或讨论，就是从上而下就把那个远洋泊区就变成说一个海洋科技园区。因为未来的像风力发电这一波有很多都是钢材，那中钢是离我们高雄最近，那个地方如果是在连外的交通，或者是这个产业是它是在污染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其实我理解就是说，吴政委开完会就交办经济部，要来主导这个海洋科技园区，那、经济部再交给这个能源局，对，然后再请中钢来协助。是。那、到底他是不是有这个主观意愿，还是因为他是属于经济部所属的相关事业？他必须要承担这个工作啊！到底这个计划可行性如何？对，他对相关的这个远洋渔业或者近海渔业，会不会造成冲击跟影响？对环境会造成一些什么影响？这部分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评估了哈？对对是，所以这边就是很，请主委能够针对新达港的未来，能够召集一个专案会议，啊，去做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去规划跟评估了。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邱委员。好，谢谢。好，针对今天会议做如下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已执行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尽速以书面答复。休息，现市上午9点继续开会。谢谢。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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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辛苦哦，对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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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小峰，你小巴都在这儿啊？